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那这个里面这么白呀、啊，考上兰大，兰州大学吗？我这手上能看到吗？墨水到现在没有洗下去，只能说简单一点。早上弄那个打印机呢，然后弄一手墨水。一会儿再喝，差点喝进去，要不然舌头就要麻掉了。我经常干这个傻事，这几天太热了。是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是开窗户睡的，因为我不开空调嘛，我就开窗户，我就感觉身上老是那种黏糊糊的。但我这边还行吧，可能我住的比较高吧，然后我就能对流有那个空气，它空气还挺新鲜的，还可以。欢迎经济，应该说两天没有见了。我就昨天可不舒服呢，我就一直怀疑，我就感觉我二阳了，就那种感觉，老不舒服了。今儿早上也不太舒服，就中下午好一点了。今天晚上我这边不对，今天傍晚的时候我这边天气突然就是那种黑云，就压下来了，然后还有那个闪电，但是没有下雨，现在也没有下。欢迎气杯星禅，噔噔噔，哎呦等等，我把这个写一下。6月11号，这是上周的内容对吧？明天再更新吧，今天星期日。晚上好呀 ，Gary。再更新吧。然后6月5到6月11，今天最后一天，明天再更新我。一周计划，欢迎犀利的内裤哥，这个名字，犀利的内裤哥。我今儿没有戴隐形，我戴的是我的近视镜，戴的我的眼镜，600度的眼镜。我两个眼睛度数不一样，左眼600，右眼570，575。我也不知道，我忘了，我是那种
只知道当下，不知道过往了已经。哎呀妈呀，嘴好难受，嘴那种想喝水太烫了。你为什么发个逗号呀，宝子？45度那是太热了，我感觉西安和海南、广东那边会有这个温度吧。西安41度，45度我还真不知道。45度，那不直接就不用用家里的煤气啊？啊怎么这么吵呀？都不用家里的煤气，谢谢关注表演艺术的关注。直接出外面，地上摊鸡蛋，西安不就是摊鸡蛋？澳大利亚叫黑德兰的地方，沙漠，那沙漠肯定热啊。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一听沙漠两个字，欢迎榜一大哥，你们都没有觉得我好像两天没出现吗？两天没有出现。我今晚上自己煮的面，然后放的那个麻辣烫的那个料，麻辣烫的那个料就是那种袋儿装的，啊，老好吃了。其实我本来是想吃火鸡面的那个料，但火鸡面的那个料，可能我把它拆开之后，吃了一次之后它还剩一些，我给忘了就给扔了。我今天就把那个拿那个麻辣烫的那个料弄进去的，因为我没有炒菜嘛，然后煮了两个鸡蛋。就本来当时没有煮那个鸡蛋的啊，可是我就觉得不吃这个鸡蛋特别的不圆满，我就一定要吃这两个鸡蛋。我就拿那个烧水壶啊，就是正好要热开水嘛，我把那两个鸡蛋扔到了那个烧水壶里面，然后水开了，然后鸡蛋也熟了，一个半的蛋黄都给我家狗吃了。哎，今儿怎么歌这么吵啊？这脑瓜子我都听不见我说话。欢迎鲨鱼，我都听不清。吵死我了！就是我听不清楚，对，眼睛反光，正常的，正常的。眼睛肯定反光啊，因为它是镜片。今天不想戴隐形眼镜。这个歌这么长吗？5分钟的，5分40多秒。当当当当，谢谢未透的关注。我没有，我把头发扎起来了。没有。没有，摘的眼镜就这样，但我摘了以后看不见，今儿不想戴隐形眼镜，戴眼镜舒服一些，怎么随意怎么来。我的隐形眼镜都是一次性的，就是不戴那种月抛的，我就是只要戴完以后，不论你戴1分钟，你扔掉了，它就是扔掉了，就不会再重复戴了，就是日抛的，就我原来老喜欢去买那种月抛或年抛的，然后就发现就每次戴完以后眼睛老是反复戴，那个眼镜好像越戴越糊，就它上面就洗不干净，因为咱们眼睛不是会分泌那种粘液吗，我就后来改戴这种日抛的了。哎，其实我觉得我剪短发挺好看的，真的，就我正好这样假装我是个短发，对，用日抛的最好。呦呵，你是不是也戴过隐形啊，威头？啊，我今天音乐倍儿吵，我都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谢谢关注，风高秋月白。我今天不太舒服，就整体来说还不太舒服。然后咱们播1个多小时的唱歌。咱们就晚上就锻炼了，我今天晚上不一直唱了，然后昨天就一天头晕的，嗓子和鼻子都不舒服，哎，今天咱们就是那个唱上1个多小时，然后我就换手机，咱们直播健身了。
我现在嗓子应该你就整体听不出来，但是细听的话能听到稍微有一点点那种沙哑的感觉。中暑，我感觉是我出去坐那个公交车，那正好那个我就坐在后座的旁边嘛，那上面就是那个空调一直在这边吹的了，可能是吹的原因。然后就是那种我前两天的时候就是那个嗓子特别的干，鼻子也很干，就那种干疼干疼的，然后嗓子睡着的时候就会有点痒痒，然后昨天就浑身疼啊，头也是那种就是眼睛灼烧的感觉。这种天在外边久了就容易出这种问题，所以我今天一会儿转播的时候，今天最后一天转播15分钟，我准备了3首非常简单的歌，我不想再唱高音了，虽然也能唱都不想唱了。这种天在外边久了，还有一种就可能是我睡觉的时候开窗户，要么就是我很少开空调，我那天开了一下空调就对着它吹的。再还有就是我是那种平常都会每天洗鼻子的，就是晚上会一定会洗鼻子用那个冲鼻器，然后那天没有冲，就可能它发炎了，就我有鼻窦炎的嘛，我都用那个盐水洗鼻子。那天实在是下播以后太迟了，我不想弄，刷完牙洗完脸就不想洗鼻子了。欢迎唐三藏。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嘿，我今天弹幕竟然还在，没有被吞了。你们有什么想听的就自己点哈，我这边点歌不用带牌子，点唱的话可以要带牌子了啊。点唱的话得带牌子，然后歌单的话在动态置顶，北京绿化不达标。我今儿个你没看，我今天穿的特别随意，我都没有穿汉服。热岛效应更强，加热上加热。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这个小区，我不知道具体北京达不达标。反正我这个小区，可能因为大家现在都养狗吧，然后那个草都被踩的。然后那个草地上都是狗屎，因为我也在上班溜，我也是其中一个坏孩子。每一天，我想喝水，太烫了，我是不是不应该用保温杯啊？倍儿烫！你看我的眼睛的呵气，能看出来吗？我看一下摄像头。我对着他吹，哎，看这边有雾气了。未来的一些日子，我就直播不化妆了。今天应该算是最后一，近些日子最后一次化妆了。我不太喜欢化妆，但是因为有转播嘛，官方转播，然后。就尽量得体一点，要自己的话我日常就那种懒得化妆。欢迎夜来家树。江南烟雨中，哎，Vito 你是第一次看我吗？我看你好像是刚关注我呀。欢迎三将。哎 Hello 初定啊，哎，初定来了，你来了真就潜水都不跟我说话呀。咬刀啊，现在不想咬刀了，可以换一个吗？给我咬个鸡腿呗，那个瘦的一天还咬刀呢。下周面试了。哎，你是做什么？就是你学什么的？学什么专业的？欢迎鸵鸟，这个眼镜就是反光。我还有一个，这个是我近些日的新配的眼镜，我还有一个最之前的这个。圆的，你们看，这个就显得可爱一点点，然后这个就是显得女人一点点，我挺喜欢这个的。近视啊，我600度近视，你看我这个凹陷处就能看出来。那你等你去了你就冷的不行了，你就想回来了，你知道吧？去
去了你就想回来了。我以为下雨了，之前怎么没戴？因为穿汉服戴眼镜的话，稍微会有一点点不太协调，因为很少见到古代人戴眼镜吧，偶尔吧，除非就是什么洋人的那种的，因为那会儿也没有手机，就他们不戴眼镜，然后穿汉服戴眼镜，稍微有一点点觉得怪怪的，嗯。我今天不是穿的日常的衣服吗？没穿汉服，之前戴的隐形眼镜。但是你那天看我瑜伽锻炼的时候我有戴眼镜啊，我戴透明的隐形了呀那两次，而且我健身的时候有戴那个啥呀，戴眼镜啊，你忘了？你是要看我肚子啊？就那天啊，你有毒啊你，看我手上的墨水洗不掉。欢迎高庆强。没有没有，你看我摘的就能看着，我眼睛的大小就变了，你看。咱们到了转播的时间了哈，今儿最后一天了。为什么每次一到八点半我家狗就开始叫啊？不是这么奇怪的，好像卡点。哎，醉了。给大家唱一首这个《桃花巷》，开始你的表演。啊呜啊呜啊呜！我家狗子没有，我家狗子绝育了，绝育了。先唱一个剑的洞，你别吓我，要不我一会儿把你勒过来，勒到我家。先唱一首《桃花巷》。月儿在手中开呀花儿香，鱼儿在那眼前睡得早，春风吹不到我的杨柳腰，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燕儿它又双双飞来了，桃枝摇摇还绿了芭蕉，管它雨打风吹也笑笑，花绽了心红也会凋，少年的心儿永不老，几曲相闻黄发垂髫，我要划着桨儿水中摇，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重点是他是对着我叫呢，就对着外面叫完又看我一眼，对着我叫。水中摇，开呀花儿香，水中摇。这个歌很简单，嗯，很简单，但是还挺可爱，挺俏皮的。月儿在手中开呀花儿香，月儿在那眼前睡得早，春风吹不到我的杨柳腰，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少年你莫要归心太早，燕儿它又双双飞来了，桃枝摇摇还绿了芭蕉，管它雨打风吹也笑笑，花绽了心红也会凋，少年的心儿永不老，几曲相闻黄发垂髫，我要划着桨儿水中摇，一片片柳絮飘飘过了天之角，你可曾看到红尘纷扰，回来跟桃花聊一聊。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开呀花儿香，喜欢豆豆可以点个关注啊，我是一位擅长民族国风的唱见主播啊。噔噔噔噔噔噔，你看呀花儿香，水中央，看呀花儿香，水中央。
百丽的羊。你看烟花人笑，谁重要？34，先唱一个34的。下一首咱们唱这个歌，叫做《暖暖》。我今天唱的歌都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不失它的好听。哎呀，我家狗。欢迎夜雨旅行者，我觉得我不应该用保温杯，应该用正常的那种杯，能晾开。这个水半天晾不开，烫的。想喝一口不行，干的不行嗓子。欢迎黑人猛男。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炒一个碗，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觉得挺好看的呀，不好看吗？太热了，我就一弄下来就好了。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你手掌的厚重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来一段。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啦啦啦啦啦啦啦，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也希望变更好。谢谢唐默的点赞。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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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噜噜噜噜。38了。下一首咱们唱这个歌，好听吗？这个歌，头发不太行了，我是觉得太热了，就怎么舒服怎么来了，知道吧？春庭雪吧，唱首春庭雪，古风的歌哈。一直到45啊，一直到45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在唱歌，所以大家可以稍等我一会儿，咱们再聊天啊。我老听到外面好像下雨了似的。
心中梨花鲜又一年，离清香雨花洒空间，梦里笙箫奏旧园，梦醒泪的胭脂面，小重山念一遍又一遍。闻更楼夜平交前程此长夜，旧面身作对宫宴，多情最是春庭雪，年年落满离人院，雪桃尖上燕落入初见。这一世太漫长，却知不知知天涯间，谁仍记那梨花若雪时节。我心非诗不可传，我心非戏不可卷，空凝眸情字深浅无解。欢迎清飞雪，欢迎陈小艺。我可以摘下头发给你们看一眼，这样显得女人一些什么。庭中梨花歇又一年，离清香雨花洒空间，梦里笙箫奏旧园，梦醒泪人胭脂面，小重山念一遍又一遍。闻更楼夜平桥前程此长夜，旧面身作对宫宴，多情最是春庭雪，年年落满离人院，雪桃尖上燕落入初见。这一世太漫长，却知不知知天涯间，谁人记那梨花若雪时节。我心非诗不可传，我心非戏不可卷，空凝眸情字深浅无解。这一世长却知不知知天涯间，谁仍记那梨花若雪时节。我心非诗不可传，我心非戏不可卷，空凝眸情字深浅无解。春雨晚，梨花谢又一肚子好累，但是我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在唱歌，所以大家可以嗯啊啊啊啊啊，还有三分钟，那唱个简单的歌吧，就唱风筝误喽，节约时间呢，时间了，风筝误喽。哎呀，我想喝水，我试看能喝。欢迎山间野橘子，P 下来好看一点啊。奥特在吗？下卷丝纶，随风纷纷，水彩木雀一缕魂，落别村，风影无形惊扰了对其人，
恩曼里何时怕春雨成盆，欲知烟风风不住切纱窗魂，愁伤又波波不停独影重温，错人庭前过马人醉几分，能一抹生香吹梦成人。风筝舞舞了梨花花又开，风筝舞舞了金钗雪里埋，风筝舞舞满相思过苍苔，听雨声数几声风回来。谢谢许仙的戒指糖，是新出的礼物吗？没见过，真不错，欢迎王阿木，喜欢可以点个关注哈。这是最后一首歌，唱完咱们就聊天了。满手的汗，小院溪旁点烛和千盏承诺，怎爱无所红尘客，阴差阳错，阳台梦中风几里又几何，梦醒推门他人在眼眸。风筝舞舞了梨花花又开，风筝舞舞了金钗雪里埋，好嘞，歇一会儿了，嘴好干呀。我应该要播到九点，然后我就转到运动去了，因为我今天没有健身，然后就是这两天身子也不太舒服，所以我今天就少播一会儿，播到九，不对，不到九点，说错了，九点半，还有刚开播，九点半。九点半，然后咱们就用手机就健身。欢迎阿月，主要是这么披下来好热呀，热死了，太热了，好乱。有你的肩膀，晚上好，老月子无法证明啊，太热了，所以我刚刚扎起来。但是刚才奥特说我的发型太丑，就是太丑了，无法证明，伤心了。其实我是那种比较喜欢舒适感的，就咋舒适咋来了。嗯，哦，我的妈，弄成什么？它为什么还在显示这个窗口啊？是坏掉了吗？哦，出来了。词不达意，你说歌吗？词不达意，太热了，主要是。我也没看懂他说啥。
什么东西词不达意？你说歌吗？好像是林忆莲有一首歌叫词不达意吧。嗯，哦好，这样很丑吗？我就觉得这样凉快一点。词不达意，好。我放的对不对呀，月氏？然后得把它捋顺了。当时不是说的丑不丑这段都捋整齐。对着呢 ，OK。哦，我感觉我的胸真的变大了。就是我稍微离远点，你们看我没有刻意把它抠，哎，我还专门因为抠了一下，就是它崩开了。我原来穿这件衣服就没有这个样子，我现在穿的是个那种裹胸的，就我健身可能真的有效果，我二次发育了，兄弟们，所以不要害怕，你们也可以再发育的，再努力努力，不大，我们扣子都崩开了，从侧面就能看到，还不大，多大呢？多大呢？嗯，没有我的面子大，就是我没有挤，我现在没有穿那种内衣，没有勾，没有勾，没有勾。现在我说的是它浮起来了，不是说它能挤出勾来，不挤勾，不挤勾，挤勾。哎呀，我的腿，哎呦，好好，妈，一直盘个腿，腿那个什么，抽抽。欢迎年糕，欢迎南吩咐，南吩咐，欢迎凳，这是凳子还是镜子？哎呀，阿塔，你竟然说我头发丑，刚才披下来的时候你又没看到，然后我太热了。欢迎正见空江明月来，然后我又给扎起来，太热了，主要是我不想披头发。这如果是我不直播，我就会披着，因为那个啥，那个开的灯太多了。你竟然嫌我丑，你竟然嫌我丑。欢迎西黄静，粘人的狗，粘人的狗总哪都要人抱着，一会儿领你去溜溜去，嗯，领你溜溜去，溜溜去。啊，小哥哥，看我们团团大眼睛漂亮吗？你瞧瞧你镜子镜头里面瞧瞧。嗯，握着吧。欢迎肯子，不太行啊，不是因为这个时间段不太好，好的时间都排在昨天和前天，星期五六日，星期五六了，然后时间点再往后一点人会多一点，还有主要是最近人们一直在看官方转播，都看腻了。嗯，就这个样子无所谓了，他转不转播，反正就是我按我答应人的事儿，就该播咱们就播咱们，是吧？今晚好润呢，是这个衣服还有这个光的原因，还有这个妆容的原因，是吧？我觉得我一戴眼镜就显得就特别，你看，但摘眼镜也好看，但一戴眼镜就显得温柔了很多，就那种很知还有老丝的感觉。谢谢谢谢约氏的心动卡，嗯。欢迎物理云游，我现在才好点，我昨天老难受了身子，而且我这两天一直嗜睡，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嗯，就可困了呢。有多润，有多润，舔一口，舔一口你就可以化掉的。你是我心中，你是我心中的雪糕，一舔就化。你今儿睡了一下，你今天没有上班吗？今天休息是吗？欢迎混分选手。看我们家狗子有多润，被我养了，你它就有很润的，你知道吗？你看它多软乎，你看，躺了一天，我今天上午在那儿躺着呢，不过我早上八点就醒来了，但是我中午又睡了，不太舒服。欢迎暴躁的橙子，就头一直晕乎乎的。这个季节啊，就是不是二阳了，就是要注意空调别吹的感冒了，还有别一冷一热。下辈子不做男人，好爱好可以。这个歌好听，
那个阿远。欢迎傲娇美晴空。什么里泪水在滴，无法说自己。哎，你们有什么想学的歌吗？阿远还有那个 out， 你们都没人让我学歌了，我现在可悠闲了。也其实不悠闲，每天有别的事儿。哦，今天就是挺好看的，可能好几天没化妆了吧，有两天没化妆了吧，就显得挺好看。对，林忆莲这个歌很好听，就很温柔。欢迎一个一口一个糖宝。你一说糖宝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我在我初中的时候，我不就开始自己就是卖东西嘛，就 QQ 上卖，后来转到那个微信上面有微商嘛，然后我那会儿就是做那个，就是那个叫赵丽颖演的那个，就糖豆糖宝那个吧，对吧？古风的那个电视剧，然后就有人专门就是批发糖宝呢，我就专门找着渠道，然后给那些就是卖东西的，他们就是给粉丝发福利嘛，就是那些用户发福利，客户，对，应该叫准确叫客户，购买的客户。然后我就趁机赚了一笔，虽然也不是大钱吧，就够交个学费什么的。对，花千骨，对对对。欢迎鲨鱼，欢迎英英怪，欢迎魔都青年。欢迎91223，你们想听什么就自己点哈，不用带牌子，点歌后面加歌名就行了。欢迎一个路过的网友。今天买了个氧气机，我家狗就是有一条老狗，14年了，就是它病了，胰腺炎加它的那个老毛病，就是应该就类似于人们得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一样，它长骨刺了嘛，就走不了路，然后喘得特别厉害，现在在医院已经输了4天液了，就凑合吧，可能年龄也大了，但是就是给他买了一个专门弄氧气的那个东西，看看能会不会稍微有点帮助吧，就尽力而为吧。但是我就是挺怕我妈妈伤心的，因为那狗狗是我妈妈从小养到大的，养到现在，虽然我也跟他老在一块儿吧，但是肯定不像亲手带大的那种一样，他只能说是我的陪伴，我的陪伴，但我没有亲手就把他从小一点一滴照顾起来，就偶尔喂个饭。你像这两条狗子就是我亲手养大的，从训练呀，从喂饭呀，从起居呀，遛狗啊，这些全都是我照顾大的，所以我就能体会到我妈妈那个感觉吧。之前我们家还有一条老狗，也是10几年了，然后就去世了。我记得我当时还在直播呢，我得嗷一下就哭了。重点咱就不说这个伤心事了。然后第二天我跟我妈去埋那个狗嘛，你们知道就是那种铲花盆的那种小铲子，这么点儿。我们家没有大铲子，我跟我妈找了一个就是没有人的那种，就是各种树木草丛的那个地方，徒手挖，从凌晨4点挖到了中午12点，用那么点个小铲子挖了特别深那个坑，因为怕被别人就是给挖走呀，或者是怎么地，就那么一直挖。哎妈，挖的我这个手这边都肿了。你搞笑不？不懂得用个大铁锹多省事呢，用个小铲子在那边挖。正好那棵埋的那棵树，它是什么花的，反正就有。是一个会开花的树，夏天的时候去埋的。欢迎李巡山，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小动物呀啥的，就养个猫猫狗狗呀，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一些？就我觉得养动物的很多都是养完之后就不想再养了，暴富的点子，什么点子啊？让平台包覆还是让我包覆呢？让平台包覆，你可以跟我说一下，然后再跟小陈说一下。欢迎小恩。如果爱不满分，你就让我伤心。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的人。
你下辈子不做男人了，袁氏。好的，我成全你，我为你祈祷。如果说爱你却给你带去伤痕，我想我是一个不该爱的人。粉丝上票强制给某直播间放某歌啊，那不就是点歌吗？那不就是点歌吗？欢迎红梅素，那不就是点歌吗？点歌然后就是送什么礼物。对呀，可是原来我这边就是这样，但没人点啊。其实我还是没太明白什么个意思，不就是点歌吗？就是送个什么点什么歌，然后送什么把嘴禁言那种。连女人都不想，那你要做啥？那你要做什么？嗯，这个歌点的。下辈子不做男人，现在只能伦爸爸，没有姻缘，只有伦爸爸的姻缘了。欢迎老六，欢迎林氏，林氏端端，你要打端端了吧？我猜对了，你看我已经知道你。对他不可行，要白嫖你的那他正常还是白嫖你？没有没有很没有。对呀、啊，就说呢嘛，这个我原来就已经，而且见长学哥，但现在没有啊，现在很多都是，就擦边的那种。就是我今天看了一个主播，他的号之前被封了，然后他换了一个号，就不露脸嘛。头发炸了什么意思？你要送个礼物把我头发弄炸吗？然后那个主播今天被骂，你是个鸡吗？你个大骚货，就这么骂，骂成这样。嗯，哎呀，反正就那个弹幕可恶心了，看得我都气得，哎呀，我的天哪！就要么就是正儿八经这种聊天唱歌的，就那什么，要么就是那种，哦，擦边的被喷的跟狗似的。不是真的，就是一条接一条。对，你要给钱肯定是你骂我吧，骂我吧，请用钱侮辱我吧。你说的是啊，我也想呢，可是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我觉得我唱的也还行吧，擦边我也会啊，但是不以这个为主，对吧？但是这个东西啊，拿硬币吗？硬币白嫖我是吗？但现在大环境稍微有一点那个什么，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努力呗，努力就是正常我们播咱们的就行，对吧？正常播咱们的，反正我直播播着播的后台就两个人了，就每天都这个样子。但是我一健身就哇哇，我好多人。我求啊，我求钱啊，因为我要生活，我要挣不了钱我可能就不播了，我这实话。但是我不会以钱为唯一目的去勾引你哈、哦，让你心甘情愿赏识我给我耍大家闺文化人。不，我不是流氓，我不是流氓，我不要做有流氓的文化人。不是，我不要做我不要做一个流氓的文化人。我是一个好孩子，大家闺秀，把那个放在家里面啊，规规矩矩的锁起来。我反正是直播一健身人就特别多，然后我唱歌人就特别少。牛氓。今儿这个歌好老呀，宝子。越是这个歌好老呀，咱们有牌子可以点一下左上角那个人气票，人气榜下面有一个去助力，它有免费的人气票，可以送送那个。善变的心，就是男人骂女人，女人骂男人，你把我上了，我把你上了。
那能一样吗？听原唱，原唱是原唱啊，每个人的音色都不一样。那很多翻唱那就没翻唱，你也没上到上什么上什么。欢迎张浩浩，那岂不是唱见主播没地儿播了，没时没人记。我已经够美人了，还要记吗？哎呀完了，我家狗放屁了，臭死我了，因为它在我腿上放着呢，现在倍儿臭。一个粉丝牌一块钱吗？一百个是多少钱呀？一百块呀，你咋算的呀？一个粉丝牌不是一块钱吗？什么十块钱吗？什么一千块啊？那不是一百块啊？你比我数学还笨啊。欢迎滚蛋 C 的酷，欢迎风暴。我知道你在考验我的数学是吗？一百块钱也是钱呀。那你可以为我再掏一块钱吗？巡山，为我也来一块钱吗？咱不要那一百块钱，要那一块钱。主要是你给我卡牌子之后，你就能送我那个免费的人气票。谢谢我小佑，你有我牌子，那你怎么不带呀？你带上我牌子呀，让我感觉到那种在乎的感觉。那带点什么欲求数？谢谢小佑。我明天要重新调声卡，我现在声卡没有那种特效音，就是纯得靠自己唱。我在北大有在北大的吗？我在北大健的身，就是2018年的时候。谢谢我小游的人气票，小游你是又改名字了，我都得凭感觉看你，你知道吗？你凭头像看你，认你。就是没有那种混响或者是修饰音，它就比较干，混响只有一丁点。然后明天找了一个专业录音棚的那种的，花了个高价看看行不行。因为我现在这个100块钱调的，但实在唱歌太难听了，就是属于那种会把我的优点压下去，声音很闷。倒也不说特别难听吧，但是不好，就是会不太，就整体来说不太好。但是那我不想掏那个钱嘛，就100块钱就凑合用了。但我发现太难了，就每次唱的话总觉得不好听。什么时候改的？那自己什么时候改名都不知道。欢迎木已宽，心内科医院心内科啊？你说北大心内科是什么意思啊？北京大学有医院吗？啊？他明天调完不满意就找他退钱儿，老贵了。你们知道吗？去找一个人，就是比如你录完一首干音的歌，然后去找人就精调到2000块钱一首歌，太贵了。然后短视频的话会稍微几百块钱，我 out 了，你问问 out 我 out 了吗？主要我年龄大了，没关系，我是一个虚心学习的端端。如果我有什么就是不会用的，你可以教我，对吧？你要尊老爱幼。你怎么今天全点的？你今天有毒。我以为你说北京大学呢，我以为你说的是北京大学。六一那天清唱，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上次不是说什么演出画画的演出，你弄完了吗？你怎么弄的？中间使劲揍，反正我不在中间，不能揍我，没我毛事。尊老爱我，尊我爱我，因为我又幼我又老。我长得小，我长得嫩，结果被家人碾，家长碾压了。我说被家人碾压了，
怎么说呢，就是说说明你们班的你学生你就是整体条件还挺好的，因为你从家长就能看出来嘛，熬夜做的设计就是画的嘛，就画画的那天，唯你独尊，欢迎兴趣，唯我独尊，我是只猴，嗯，可以，请叫我那个叶什么，叶老母，对，谢谢小木的画画。然后到底是老还是幼？老是因为我年龄应该大了，但是也不至于特别老，然后幼的话，专业唱歌的啊。以后说不定我的孩子也在你那儿呢，小优。就假如举个例子，然后我也去唱一个，哎，没事儿呀，你又不是专业去唱歌了是吧？然后我长得幼呀，我长得幼，我心里幼呀，所以我又老又幼啊。八荒六合，唯我独尊，这是不是歌词儿啊？该嫁了。我跟你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一直都不谈恋爱了，要是我妈给我介绍一个。你喜欢我今天装扮？你觉得我扎头发好看，是披的好看？我不准备再那什么，我今天不想戴隐形，我就戴了个眼镜。欢迎来啊，披的好看还是扎的好看？欢迎 Pig， 你开完会了，来啊，你开完会了。头发有点湿了，那会儿洗东西的。欢迎 Pig Flower， 谢谢。扎起来好看哦，其实我也觉得。我倒不是说它到底好看吧，主要是凉快，太热了，主要是。谢谢生我的关注。西方石板，对，我不想，我不想那个什么了，我现在特别的累，一边屁一边扎怎么弄啊？你的屁股还好吗？来啊，要不要我给你揉一揉？哎呦，我这个眼，其实我那个眼镜特别好看，那个绿色的，可是那个眼镜片掉了，我没弄上去，这个就会显得可爱一点，你看这个眼镜。这个是我最旧的那个眼镜，屁股都，然后你看这个就显得女人一点，屁股疼。你大爷，你就是不想看我，你就是不想看我，行不行？你找什么借口呀？然后就不骂，太有意思了。对，你就是不想看我，行不行？什么叫不能多看？你要这样的话，我以后都不愿意打扮了。我就一直都要做丑八怪了。你刚鼓励完我你就走了，戳住你的叉屁，叉屁，你叉屁是啥？戳住你叉屁也没见你对我冲动呀，说明还不够，说明还不够，宝贝儿。欢迎 Z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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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Z Z。我也觉得自己还挺有，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孤单，但整体来说比较省事儿。这不是平光镜，这个是近视的。你看我眼睛的大小。田所浩二是卖晚安呀，小佑。我600度，这个眼镜是，这个眼镜是多少度？这个是575，这个是600度。变大了，对，我一摘了就变大了，所以才不想做坏事。喜欢一个人难道就非要做坏事吗？对不对？喜欢可以把喜欢放在心里面，就跟着他，你陪着他，你这是借口，你知道吗？秃头镜，不是老花镜，这是近视镜。近视度数越大嘛，他不就眼睛凹吗？我开个大眼吧，要麻了个八字的。OK， 我开个大眼不好看，开个大眼，开稍微再开个七，开到七，个大眼。我刚开的是四，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所以没戴眼镜，铅笔叉屁，什么叫铅笔？什么叫铅笔？
好，阿月拜拜。欢迎真优战真。没有，已经输四天一夜了，已经输四天一夜了，可能年龄大了吧。千万别叉 P 啊，万千别还是千别万叉 P， 没看懂啊，可能年龄大了吧。今天给他买了个氧气机，应该得过两天到吧，嗯，看能不能好一点嘛。忍不住干啥呀，忍不住就忍不住嘛，忍不住干啥呀嘛，你隔了个屏幕还能干啥。欢迎维塔斯，谢谢闪电之力的礼物。哎，欢迎啊，没有看到你我怎么没看到你，哦，看到你进来了，欢迎闪电，谢谢隔着屏幕你还想干啥？哎，你喜欢就喜欢嘛，说明我今天打扮的好看。挺累的，没关系啊，星期你把你手机给我，能看看全身吗？我其实想要个礼物行吗？但我不好意思，你送你随便送我一个小礼物吧，我站起来给你看一眼。我真的我挺不好意思要礼物的，但是我要学会要礼物，就看你愿不愿意，值不值得。你不是说你今天受不了吗？你送我个礼物，你送个情书也行。哎呀，好热。刷卡了，兄弟，站起来看。但是我不能大幅度动啊，因为我没有穿安全裤，我不能大幅度动。里面是只穿了一个那个啥，啊，哎，我的扣子有一点点，哎，等等，这个裙子有点卡的慌。龙一走过我没有穿安全裤今天谢谢贝尔，所以稍微得注意一点，不是太热了，我不想穿，我套了，能穿的少就穿的少我真的觉得我健身有用，你们就看我这个，哎，我妈，就是我这个衣服它就扣不住，我原来穿这件衣服是能扣住的，现在就绷得很。还有我再说一句，我没有电，谢谢贝尔，我的举牌呢，我要谢一下。这个是老公不行，谢谢闪电，谢谢贝尔，最闪耀。对对，就健身的效果，真的有变大，我不骗你们。有毒。其实我就觉得你不愿意，你就是不想。兴趣你不够表达你对我的喜欢我有点吃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撞到过我因为我有看到你给别人开船，你跟我认识好长时间，可久了，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想跟你要个小礼物，给家人们看看效果。哪里的效果？就这个衣服的是吗？效果，我一会儿健身呢，一会儿晚一点健身，我今天没健身呢，就不做太难的，我这两天不舒服，我有点那种就感冒好像也不知道二阳了是怎么的，现在才好一点，昨天一天可难受了。电脑看直播就用电脑送啊，电脑怎么送礼物啊？我吃错了兴趣，因为我觉得那个女孩我今天不做跳跃，我就做一下臀的运动，因为不锻炼的话我屁股就瘪了，我做一下臀然后做一套的胸部运动，然后最后就做冥想，不做剧烈的运动。
所以咱们在播到那个差不多9:45的时候吧，9:45的时候，然后咱们切手机健身了。你今天举了，好家伙，你跟我能不能不开车？我这努力在营造我直播间的良好气氛。合着你一直不举啊，兄弟啊，合着你一直就是不举是吧？然后只有见了我给你治病了是吗？你这也算是一个好处。电脑怎么送礼物啊？我看看，开车是吧？谢谢小蜜礼物。电脑怎么送礼物？就是右下角吧，右下角不是有一个礼物盒子，等我瞧一眼。你这把我问住了。等我回个微信消息。赛博朋克给赛博的。豆豆，你能找到吗？要不要我亲手教你？我手把着手教你。谢谢贝尔的水晶之恋。其实你们可以喊我开开大乱斗，如果大于5块钱的话，因为我真的很少打大乱斗。但是我不打大乱斗的话，咱也不说的非要强制要赢什么大票子，但咱们能升级，我就能拿点星光。不然的话，我没有工会，我不打大乱斗，我进不来人。就所以就是咱们大于5块钱就喊我一下，对吧？喊我一下，万一赢了呢，就能涨点分，是吧？你找到了吗？送礼物的地儿，你找到了吗？对，因为我没工会，我瞧一眼啊。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想了一下，新手保护是啥？哪有？我跟你说，我一开大乱斗，我记得我刚回来第一天，然后我就打了一次大乱斗，我一开，你就有多过分吗？对面直接刷了个好几万的礼物，我第一把，四处要饭。那我把我唯一的值钱的给你喝，我给你挤点奶吧。我给你去挤点奶，然后把它卖了。难不成比兄弟比端度数不是什么？难不成兄弟比端的度数还高？我反正是600和我比我妈妈度数。对，我打了三次，我就打了三次吧。过期的不介意的话也行吧。但是那个我会搜哎，满满的能量，满满的正能量，就打了3把，然后特别厉害，我就不打了，一直没打。打不了溜是吗？就反正就是咱们也不求，因为现在我才回来播嘛，就粉丝也很多，其实不太稳定了。然后我也不强求说的非要打什么赢呀什么的，但是咱们一块努力呗，对吧？毕竟咱们想要一起做好，跟端端一块做的强大起来，应该这么样。欢迎宋铁柱，对，这么样，人不比奶心吗？这样比奶心。欢迎猫猫，不然我怕是要坏事。那我开一把啊，咱们打打哈。只要大于5块就可以喊我打一打。就我怎么说呢，我虽然很随和，但是我不能不吃饭。不吃饭的话，端端就那啥了，端你们就见不到端端了。你好会哟。我会吗？我跟你说，我不是去做那个中医吗？我去做那个中医的，然后人家说你瘦是瘦，你这个屁股是假，你是做了吗？是假的吗？哎，那就说我屁股可好看，我真的屁股好看，我不是勾引你们，我就屁股好看，然后就该有的地方都有，然后那个腿上的肌肉，就可能因为我健身的原因，现在天天都在健身，就是虽然瘦，该有的嘛都有。
啊，你不会要干升到22级吧，贝尔？这是你的一大目标吗？谢谢贝尔。我是不是大？我屁股翘，就是它挺。真的健身会有用，虽然我有点瘦，我没有开车，我在陈述陈述，就是你们知道吗？有的人他是穿着衣服显瘦，然后或者是就是脱了衣服显肌肉。我是那种穿着衣服显瘦，然后本身也很瘦，但是脱了衣服会该有的地方我都有。对，我是这种样子的，所以就说呢，我是潜力股。等我有一天胖了的，等我特别丰满的时候，你们就会见证一个瘦子茁壮成长，变成一个大馒头的比利行。对，我之前那个视频我给删掉了，我把那个视频删掉了，就是我的那个敦煌的那个，因为我那个不是没有带内衣嘛，只是贴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你是男的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平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平的胸，我就把那片给删了，因为我觉得确实有点平。我要给大家留一个印象，是我很大，我很大，我很大，我要给你们洗脑，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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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有人点唱歌曲吗？看看动态置顶呗。哎呦，来来啊，那个雪碧，月氏呀，我就不一一念了，你们自觉点了。欢迎豆腐，就到整十点吧，十点开始健身啊，十点开始健身。不硌手，不，你摸我摸我肋骨还是硌的，摸我肋骨是硌的，但是摸我屁股不硌。漫步人生路好久没唱了，行吧，我试试啊。我等一下 ，Don't stay late。我是一个很正经的主播，我是该说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可能话题会有一点点就是显得那个什么，但是我就是很单纯的在表达一些自恋的话题，自恋的自我评价。人间惊鸿客挺好听的，哎，欢迎小猫咪，好久不见，摸上摸，我靠，我靠，你有毒啊！这是你的一大目标吗？我可不可以把你说的这句话写到屏幕上，立即给端端刷礼物，然后争取有一天把它摸上。我整一下。我确实是前天那个什么了，我遇到一件事儿，我没有说。昨天是因为我生病了，前天是因为我遇到流氓了。就我真的老我就烦的不行，我去警察局去了。你怎么说的那么准呢？漫步人生路，我搜一下。漫步人生，安智子，对，很多人都不知道，碰到流氓了，我没有跟别人说。当勉励，我去警察局去了，做笔录去那些的，然后那人。哦，雪碧没有听到后续是吗？那个人找到了，那个人找到了，这是我第一次找到，第一次找到那个什么，就是我之前被人摸屁股的时候，那个人没有被找到，因为那天是大下雨天，这个人被找到了，因为没有下雨，不问一下可以，谢谢猫猫，你们要听具体的吗？你们想听吗？就是我那天遇到的事儿，要听吗？其实我不太想提，我因为那天哭得可厉害，我是尽量分享一些好一点的事儿。啊，赢了，我都没有看，拘留五天那个人，但是，就是我那天真的可，我吓得我都哭了。
就我之前被人耍流氓是摸屁股，就是掏下体的那样，就我这次是直接被人家把上衣给扒了，你知道吗？就是很特别过分的那种。我穿的很，我没有穿很暴露，我穿的是长裙子，很长到小腿的那种。对，有。然后你知道那个警察说什么吗？那警察说，啊，怪不得呢，人家对我说的，怪不得，说啊，年轻女孩，啊，确实会这个，被看了我，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怪不得呢。现在讲的可能可笑，但当时真的很害怕，就哭得稀里哗啦的。还有之前就是跟我妈走着，有人朝着我们娘俩脱裤子露屁股蛋的，不是露屁股蛋，露前面的，对，叫露阴屁，对，叫露阴屁是一种病。这不就赢了吗？我都没有看打乱斗，我就直接开了那打乱斗啊！你们就能打的就打一打啊，能打，如果对面太厉害，咱们就刷个5块钱就行了。就让他往上走一走，要不然的话一直不打，真的很可怕，我真的很可怕，因为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流氓了，就我在北京，谢谢雪碧，所以我就说豆腐你开光了，我是不太喜欢就是说我自己不高兴的事儿，我怕你们担心我。那天回来的时候真的哭得稀里哗啦。毕竟是没关系，事情都过去了，但是你知道吗，让我有了一个念头，就是我不想再找男人了，就可能我之后还是会谈恋爱，但是我目前是一点男人我都不想找，这个东西把我吓到了。对，就是可能我已经这件事过了，但是他会影响到我的内心心智，就比如之前有人给我发他的生殖器官，然后我出门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就感觉把所有男生的裤子都脱了，不是我色把他们裤子都脱了，是我的眼睛就是一眼望穿，就好像已经看到他们的裸体了，然后我就会想，为什么穿着衣服是这个样子，脱的衣服是这个样子。我就会有这种很恶心，我那段时间一直会很恶心，就是它会有一种潜在的阴影在我的内心反映出来，就正常的时候是没有事的，对越是就是那种透视眼，就是直接把它脱光了下体，就很恶心了。那段时间我跟我妈还是说呢，我妈我怎么办呀，我太恶心了，我现在脑子里面全都是那个乱七八糟的，就是你如果正常处于一个环境当中，你调情的氛围内，这个样子你怎么样都无所谓，但如果你在一个很正儿八经的环境当中，你正在直播，然后突然看到一个很色的这种东西，你是属于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水平是吧，然后突然就这样，你就会觉得变态恶心，是这种感觉。哎，我要先唱首歌了，一会儿再唠啊。但是漫步人生路我好久没唱了，谢谢贝尔，谢谢雪冰，一大堆的一张，这局无了，我都没有看大乱斗，我跟你们说，我一直在看弹幕，我的那个直播画面是完全遮住的，你也要透视，这么厉害，这歌我试试啊，因为真的很久没有人点了，然后我粤语又不太那什么。但是应该多点几次就会好一点了。在你身边流苏云磨破关，帮你梦行一段醉一段，雨过高峰另一方靠右近，无边头云云里生温云在前面，楼中崎岖也不怕丧无恋，愿一生中浮屠费劳也泰然，愉快被爱在身边最有罪，风中生存无路数花费劳盈算，无用计较快欣赏生命未留某一天，永远靠生无惊
想在改变，愿在风消失，却有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某天走到生发现，愿在风吹也吹，走过口红红烟，笑雨滴，风消失，走进哭声后足情。就是我粤语特别菜，这个歌当时学的，我的粤语歌都是现学的，就是当就是舰长让学什么才学的，然后长时间不唱他就会别局别脚，你们这都能看出来能赢不能赢啊。听花香的转了，这个再复习一下就好了，复习一下就好了。楼中崎岖也不怕送无力，与一生中斧头快乐也太硬，愉快被爱在身边最有罪，风中送信无泪碎花快乐无影碎，无用计较快乐在身边未来某一天，唯有哭声无尽人生在改变，如在风消失，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某天走到心发现，愿在风吹也吹，纵过口红流言，笑雨点，风消失，走进哭声后足迹。对，叶丽君，不是，邓丽君的歌，对，我叫叶丽君，反正你不嫌弃就行。他这个歌就是，就再练一，就是。经常唱一唱就好了，没有人点，我回来之后没有人点了，你们不嫌弃我就好，就我尽量。人间惊鸿客，人间惊鸿客。人间惊鸿客还可以唱，刚才谁点的猫咪在吗？那个猫咪，但我也很久没唱了，就我的歌单没有人点，你明白吗？就没有人点我的歌单，所以就老不点，就不会唱了，就老是唱那么几首歌。人间惊鸿客。有一年春光，风吹云舒卷，微风白帆，浮光浅浅，偷偷半日闲，行舟碧水间，青山半掩，无一人红颜，我愿浪迹于青山外，不问今夕何年，也曾眷恋惊鸿一面，扰乱过半生思念，叹人间一曲风流未少年，将白絮轻叹许山海过诗篇，醉花间几回梦中一风月，新愁却将晚与天家借歌，酒间今夜似水流年何自怜，翩翩落花卷坠入我的指尖，任岁月将凡尘映在红笺，灯火映阑珊，诉不尽一生姻缘。完了，我电脑怎么开始卡了？声卡也开始卡，就那种滋啦滋啦声音，是因为我开大乱斗的原因吗？电脑带不动吗？漂洋过海来看你，你点歌后面加歌名啊，就能点到右上角了。鲨鱼，我愿浪迹于青山外。我打个歌。风流未少年，将白絮轻叹寻山海作诗篇，醉花间几回梦中一风月，新愁却将晚与店家借歌，酒间今夜似水流年何自怜，翩翩落花却坠入我的指尖，任岁月将凡尘映在红笺，灯火映阑珊，诉不尽叹人间起风流未少年，将白驹轻踏寻山海作诗篇，醉花间几回梦中一风月，新愁却将晚与店家借歌，酒间今夜似水流年何自怜，翩翩
如花却坠入我的指尖，任岁月像风吹影在房间，灯火映阑珊，诉不尽一生姻缘。你们能听到卡的声音吗？就滋啦滋啦的。完了，我电脑怎么滋啦成这样啊？我看看后台有什么能关的。卡死了，我这么一直听的就那个好像谁把我头电了那个，就滋滋滋滋滋。可能是因为开大乱斗我的原因，挺好的。你们不卡，你们不听不到就行啊，你们听不到就行。我听的这边特别明显。你们听我的那个新投稿叫做什么了？笑看红尘忘了叫啥歌，叫啥歌了？怎么了？我心头的那个东方不败的那个笑红尘，那个就是你们老能听到那个滋答滋答的声音，自动屏蔽了。欢迎明天去菜市场，我也漂洋过海来看到呢。一会儿我给你唱，我跟你一块儿漂，咱俩就是从岸的这面到岸的这面，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我看一下弹幕啊，还有点歌星辰，谢谢雪碧的那个情书啊。我不是，我没有，我刚唱完歌，我得翻那个聊天记录。谢谢贝尔的礼物，谢谢豆腐。其实我这次 cos 的这个，我觉得不如我出去拍的那个雪景的好。你们等我，这两天把那个，就我去年就是我在户外就下的大雪的那个，就穿的这身衣服，全身的是一个 vlog， 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是真的很帅，很帅。就虽然是夏天，但是也可以发，很多人都很喜欢。只是我那会儿因为删动态不播了嘛，把所有动态都删掉。欢迎嗯哼，不急蕊蕊一点香，欢迎嗯哼，就很好看，那个会比我这次录视频的好看。而且那个还是原相机录的呢，没有美颜，可好看了，主要是化妆化的好。我感觉我今年好像变样子了，跟去年长的样子，就是一年一年变个样子，就现在越来越长得有点女人味了，原来还有点那种小女孩的感觉，都很好看。都很好看，但我更喜欢那个好看，因为我出去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好帅呀。就那天把我冻坏了，我拍那个视频的时候全身贴了八个创可贴去了，八个电就是暖宝宝，然后外面里面套的那个底下套的棉裤，上面穿的不是。哦，谢谢谢谢。Oh my god， 我的舰长图标。谢谢，超帅超帅，可以站起来一下给你们大家看。不过我没有穿那什么，瞧一眼，再瞧一眼，就是我不能大幅度动，我不能大幅度动因为我没有穿安全裤。我不敢大幅度动。谢谢嗯哼的舰长。是的，来啊，你要听什么就自己点，还有那个新区约市什么的。哇，我没有穿，你诱惑谁呢？没有啊，我这叫有仪式感，没有穿棉裤，不是，没有穿安全裤，安全裤谢谢。就我平常都会穿安全裤，但是我今天忘了穿了，其实说实话，再加上就有点热，就不想穿。哎，最近这个鸳鸯戏特别很多人翻唱。哎，对了，我还想说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啊。其实唱歌不一定就是非要用声卡去录完以后加什么后期在录视频的那种，其实可以就是选择就很自然的，咱们今天就唱这一种首歌，然后放着这个伴奏清唱都可以，是吧？就是越简单你就经常发投稿就好了，就这个样，就是然后哪一天状态特别好，咱们可以录一个音频，然后发一个那种视频的什么的。是，哦，看到了，我看到了，我搜一下，你等一下，
但是我电脑有点卡。我一看你在抽烟，你也在抽烟，少抽烟，抽烟不好，抽烟不好，抽烟会那个什么的，麻痹你的神经的，你知道吧，让你没有七情六欲。我怎么觉得我的眉毛好像一离远就有一个横，就好像画了一点，冷静一下。就抽烟就这样，是这样抽吗？这好像是吸大麻什么，看一下看一下什么，月圆圆看什么，不然立。怎么又开始聊骚呢？幸亏我那个比较经得住你们的诱惑。我看一下那个谁发的，啊，不，猫猫你给我发到 B 站私信好吗？我电脑太卡了，打微信更卡了，可以吗？你发到我的那个哪儿？你转发到，就是把链接直接转发到我 B 站私信好吗？谢谢谢谢浩辰，谢谢豆腐，谢谢雪碧。我怎么感觉我今天不用锻炼了？你们都这么喜欢看我，今儿个咋了？那实力，你怎么看出来对面实力？那搞笑的，我电脑太卡了。鲨鱼还有那个谁，那个谁还在吗？哪去了？我怎么突然？明天去菜市场还在吗？我瞧一眼。你们是要听那个叫什么来着，漂洋过海来看你。我电脑特别的卡，我没有钱你知道吗？我现在声卡是100块钱调试的呢，再加上咋说呢，是欢迎 LK， 欢迎春暖花开 LK， 欢迎骑驴的男人。我这个声卡100块钱调的，我跟你们说，买设备多加100块钱调的，但是我花了个高价，就是下就是往出套套腰包挤了挤，发过去了吗？好，套套腰包，明天要重调一下声卡，看看效果怎么样。你们怎么看出来对方实力强不强？我都没有看，我在这儿一直看别的。我一般直播的时候不会看我直播的画面的，我只看弹幕，也不看后台人数，就偶尔会瞥一眼，就我会把我的那个直播画面的那个条子给挡住，就直接挡住。欢迎艾尔，今天星期日，对，今天人挺多的。我那天，对，昨天我是病了，前天我是去警察局了，再前天我在直播，直播间只有两个人，我播了可长时间，只有两个人，直播可。其实这些电子设备都属于更新换代比较快的，就你用的用它就开始有问题了，也可能是我用啥都比较破烂一些，就我每次用什么就用的久了它就老出问题，尤其电子产品。你看我发过去了吗？我瞧一眼，你等一下，就电脑太卡了，可能又要滋答滋答的响了，你听，我又听点声了。怎么看 B 站私信？不对，怎么老是开我直播呢？看个搞笑的是吧？啊，看到了，浩辰，你给我发了个啥撤回了？那个下一首，等这个歌放完了，毛毛，我给你放那个视频哈，我搜出来了，穿的更好看。完了，太卡了，我这个电脑，一开网页就倍儿卡。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歌好熟啊，这是什么歌啊？
哦，东京食尸鬼的看到了，是。那你们今天还想看我健身吗？因为有人点呀，我就放了呀。对，因为是他点的，你要跨越式。哎，你们有看过东京猫猫吗？看，你们有看过东京猫猫吗？还要看我健身啊？对，东京食尸鬼，我听过这个名字，它是，但是我没有仔细看过它。它这个是讲什么的呀？是讲吸血鬼的吗？还是丧尸啊？就是如果光听名字，食尸鬼，食种是什么意思啊？变异吗？变异吸血鬼吗？变异吸血鬼吗？吃人的？美食？吃人的？哦，这个美食叫做人是吗？就是以物借物来表达，就是这种社会现象是吗？还真没，我真没看过哎。我看过《东京猫猫》，爱上那个女的了。你们知道《知音漫客》吗？就是小时候的漫画，有看过这个吗？就我那会儿可迷恋这个呢，每次就是不吃早饭或者攒的钱就买一本《知音漫客》，那里面就会有很多那种二次元的漫画，然后还有看那个乌龙院，班真凶，阿衰，对，但是我后来特别迷《知音漫客》，奈落的大冒险。奈落大冒险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犬夜叉里面的奈落，巨人和寄生兽没看过，斗破、斗罗、偷星九月天这几个名我都听过，就是没看过。我好像看的都是那啥，我看的是红猫蓝兔啊、淘气那个，还有对，知音漫客是连载，对，它里面有那种爱情的，那会儿就早熟了嘛，开始，然后就喜欢看那个东东。来，咱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啊，上海话。谢谢雪碧，谢谢。这是黄龄吗？这是不是黄龄啊？啊，这是黄龄吗？这个女的，你们能看到？我给放大一点，就是黄龄吗？对吧？我看她像黄龄啊，这是谁呀？啊，这是黄龄扮个男的是吗？怎么这个衣服好拖地了？怎么？哎，突然到后面就有点意思，就感觉黄龄撑不起这个衣服，特别的大。然后那个谁，他的那个腿，男生的腿一看就是那个，你看那个很粗糙。这衣服太长了吧？这样啊，看到最后了，还有蚊子，还有蚊子，我瞧见了。相思，黄龄的歌你喜欢听什么歌呀？黄龄的歌喜欢听什么歌？我小时候看的《黄金战甲》，就里面的他和李，就是追里面的他和李佳，是的，就是他。看结尾，《上海滩》就是吧？看撸啊撸比赛再回来，今天有撸啊撸比赛，痒啊痒可以唱。直接点吧，按顺序点上去就行了。
这个歌难唱。惊鸿一面，惊鸿一面怎么唱了？我会，我先看一眼，好像男女对唱的吧？那是《西游记后传》是什么歌？女儿情。你前女友给你，不是你前女友，你初恋给你唱《惊鸿一面》，是你跟他合唱吗？哦，这首歌是哦，我还真不知道，我就只知道《女儿情》。惊鸿一面我应该是可以唱的，嗯，应该是可以唱的，但是我需要一个男生跟我一起唱，或者是我直接放原唱，然后后面再唱女生。是最不与故事相思，守着爱怕人笑。哦，你的初恋，不是你初恋给你唱的，然后你说你初恋暗恋你初恋的那个男的跟他一块给你唱的吗？哦，明白了，明白了。我以为你初恋拉着那个暗恋他的男的专门给你唱。老师，这有点狗血呀、人去猜年华用着风流情不在年华用着风流情不在兰花枝。你们要听什么就自己点后台的，你们说话我都能看到，如果我没有回你们消息，你们再打一遍，可能我有时候唱歌的弹幕都上去了，就不要觉得我不理你们哈，我都理的，如果漏弹幕的就跟我再重说一遍，就是在那里摸他，你还跟我说他摸他，你有毒吧你耍流氓，他说的这么明目张胆呀。我靠，欢迎闪电。不恋红尘却难舍回忆，每一段都有你。年少初遇藏在我心，多年不见你深情，江山如画又怎能比拟你送我的风景。留下我邀请起舞和一曲，不应当年偏若惊鸿一，谁三言两语啊，听不见声音了啊，只算藏伏笔悬几十万里，诗书里豪杰功过又几许，我今生何求为你。好低啊，刷新一下就行，应该你的问题，可能你看的时间长，手机卡 bug 太热。欢迎李木木，谢谢雪碧的情书，这个得我一个人跟我唱就好一些了，征集一个男的歌手跟我一块唱这个歌，好听死了、哦、没骗人，单身鸳鸯没有啊。哎呀呀呀，年少初遇藏在我心，多年不见你深情，江山如画又怎能比拟
送我的风景，留下我要紧记无何一曲，仿佛应当年翩若惊鸿一，谁三言两语撩拨了情意，谁凭一笑摇曳了细雨，只身藏伏笔悬几十万里，自嫣然心语留向后人寻，是书里豪杰功过又几许，我今生何求为你。远山传来清晨悠扬的水滴，像风景走过一哒哒，对呀、啊、一男一女唱的吧。有了你恩怨都似飞鸿踏雪泥、啊，起舞何一曲，仿佛应当年翩若惊鸿一，谁三言两语撩拨了情意，谁凭一笑摇曳了星云，只身藏伏笔悬几十万里，自嫣然心语留向后人寻，是书里豪杰功过又几许，我今生何求为你，我今生何求为你。这是男生的调呀，主要是就不是说唱不了低音了，就是正常的低音我也能唱，但是他这个一会儿低一会儿高嘛，要你们得跟我哦，这种就是统，如果他要么就统一都是男生的调，然后可以直接升四个调或七个调，那样唱会好一些。但是他是整体的调基调是一会儿是男生的调，然后后面是做的是女生的调。我在啃猪油哭了，听的我唱的太难听了，所以你哭了是吗？嗯，欢迎星朵星多。所以下次需要一个男伴儿跟我一块儿唱这个歌，聘请一个男伴。嗯，然后唱的好听的话，大家可以给我的男伴多上上票，顺便我就再多挣一笔啊。当他变成我的白月光和朱砂痣了，原来我不小心按到了声音键，我差不多也干过这个事儿，没关系。是不是有点低？确实有点低。欢迎呆毛，我在啃猪油茶，我也挺喜欢吃的。哎，不是，哦，猪油茶是那种，就是那种，那叫啥来着的？猪油渣吧，应该是，就是咬上去一个是个长条，有点像薯条一样那种东西，是那个吗？猪油渣吧，猪油茶，我知道那个还挺好吃的。然后你们有喝过那个猪油的那个粉吗？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就是甜甜的油茶面，对，叫油茶面。这个油茶，我觉得今天人多。猪灯是什么灯啊？是猪油弄成的蜡烛吗？我买的金针凡提的，没听过，但是我有吃过猪油茶，可好吃了。你一说我也想吃了，不行，我要备注一下，我也要明天买，我要备注一下，我要吃猪油茶。你把我的这个勾起来了，猪油茶，啊不是猪油茶，煮油茶。我之前是在我上学的时候，温州特产，我吃过一次，老好吃了，上大学吧那会儿是。等等，来碗猪奶喝。猪奶有猪奶吗？猪奶，对，酥油茶应该就猪油茶差不多吧。贝尔温州特产不是钱包吗？皮夹克。你们调戏莱昂干嘛？你们想让他干嘛？让他摸我大腿吗？我像他的初恋，让他也摸摸我的大腿。我跟你们说，我觉得莱昂要是在我面前他肯定要摸我。珍珠奶茶是咸的，不是甜的，我是喝的是甜的，哺乳动物，猪油奶呀，但是它不给人喝呀，
很少喝猪奶吧？难不成你们会就是进局子是吗？不是，你们也不可能就是抱着猪的屁股喝他奶吧？只有喝抱着牛的奶喝，哪有抱着猪的奶喝？我没见过喝猪奶的，有喝羊奶的。猪奶成本高，意思他没猪奶很难产，很难产吗？怎么在聊什么莫名其妙的话题，总是让我觉得很惊呆。抱歉，感说明我讲的太栩栩如生了。你就那种一屁股压死了是吗？没事，我瘦小，我不会一屁股把你压死的，我会一屁股给你坐死。人家之前不是有人就是耍流氓嘛，就我在其他那种擦边的直播间，就是弹幕特别擦里面，那个女的就是比较壮什么很丰满的那种，然后那男的就说你能不能用一屁股把我的脸坐死，你这么说。嗯，好，那你去休息吧。你不是在那个哪儿呢吗？你不是回河南了吗？对，我的太小。谢谢雪碧，那都直白了，谢谢雪碧的戒指糖。对，就说他一屁股，所以我才知道这些。其实我很多东西都是自学成才，就看别人的直播然后懂得，就我自己的其实不太懂。哦，明儿回啊，你明儿不上班啊？你明儿回啊？我看一下 B 站那个什么，我想看个新礼物，26块钱的那个动漫电池没见过，给莱昂直接做出，呸！你这个恶心死了！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你在开车还是啥，莱昂是条虫子吗？如果我想的单纯一点，我就这么接，莱昂是条虫子，啊，把它做出白浆来了。但是，一般你这个是，我是一个唱歌主播，我擦了呀，怎么开的这么，我的靠！你还比心了，你还比心了，你们俩是一伙儿吧？我也觉得车速有点，车速赶的车超速。哦，这个好卡哇伊，谢谢，这种好是啊，你给我发过来了，哎，谢谢猫猫。哇，太变态了，我靠，你们莱昂东斯，莱昂是瑞斯大米，当然是磨米浆了。谢谢雪碧，去休息吧，去吧休息吧，明儿不是还要呢。受不了，我算是我开眼了。哎，开眼了，不是说的那个小刀拉屁股逼我刷礼物，你可以刷一个我没见过的礼物，我跟你说说我啥没见过。浪漫皇冠就见过一次，差不多都没，一路相伴吧，那个都没见过。怎么说呢，我其实这个好多都没见过，我跟你说，我感觉要数太多了，我又不敢说太贵的，要不显得我太那个啥，我就直接说我什么没见过。盛典门票新出的，这个以前有，但颜色变了。原地求婚，对，这个原地求婚我没有见过，挺贵的。然后流星雨见过一两次吧，动漫电池今天见了一次，浪漫皇冠见过一次，动漫电机没见过，干杯工厂没见过，戒指今天见到了，一路相伴没有。那我将出，他是脑浆子，哎，不看了，都没见过。小电视飞船，小电视飞船早就忘了嘛样子了，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就是一个飞机飘一下那样子。倚天屠龙，心爱，这个歌好熟啊。哎，对，有人说我长得像周芷若，之前还有说我长得像郭晶晶，我觉得我有点像郭晶晶，
就我自己看的话有点像郭晶晶。哎，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聊那个莱昂啊？难道你们看出来莱昂的潜质了吗？莱昂的持久力了吗？郭晶晶太胖，就是长得不能说长得吧，就是有点灭绝师啊，灭绝师太。噗，敏儿，欢迎卡卡罗特。你就是你独一无二的美，就你会说拉出去怎么办？我感觉你们今天人好热情呀，我都不想锻炼了。我锻炼的话半个小时应该够了。谢贝尔，谢谢贝尔的这个海燕。哎，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戴眼镜的？对，我正准备说我今天戴眼镜的原因，你们会觉得我特别温柔。那明天再锻炼吧，或者是我先播是吧，实在没人的话我再启动锻炼模式。我明天直播就不化妆了，兄弟们，就我可能会有点丑啊，我就直接素颜坐在这儿播了，真的就不化妆，粉底我也不想打。郭晶晶眼睛还小啊，我今天是最后一天转播，所以我化了个妆，我不太喜欢化妆，每次那个粉底在脸上糊。损害野球了，我给你们把我的磨皮关掉，看，就是全靠打光，但是相机拍的太明显了，一定得开。你们看我的胡子，就我现在没有打任何磨皮，这是相机直接拍的，你们看，看到没有？就手机它可能拍的还好，但是这个相机一拍，就。不行，我会掉粉的，我要捂着点，要不然你们一会儿取关我了。我还开开吧，就我皮肤其实已经很好了，然后它相机每次会拍的比较明显一些，嗯，就更明显。其实咱们肉眼就跟那个苹果相机一样，就你肉眼看的话还好，就相机一拍就得开美颜和化妆。也许你化完妆以后稍微美颜不用开那么大，但是磨皮肯定得开，因为它太清楚了。漂白漂胡子吗？你说我还有喉结，我刚才赶上捂住点，别取关我，泰国归来呢。分爱是谁唱的呀？那个乐师不许取关我，谁要取关我我就把他头给他拧掉，上取关我就给头拧掉，我去追到他家里以后把他头拧掉。欢迎星巧一学年一天，那对着了。今儿点的歌这儿震得很冷，对面有大哥，咱们家也有大哥，你们咱们慢慢培养大哥吗？求歌名离别的古道啊啊，长亭外老照片，送别吧，那首歌叫做送别吧。就是你们如果经常就是长时间认识我的话，八宝粥已经不在了，雪碧已经不在了，雪碧已经不在了，雪碧不在，他去哪儿了？雪碧睡觉去了。对，雪碧他去冬眠了。欢迎来啊，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哎，有一首歌叫什么忘了，我等我想起来那个。要吃瘪了，那我就不开了，没关系，送点小礼物就行。想送大的可以送我一个大的，让我见识一下。二泉映月，谢谢小木的花花，或者是上个船也行。好感已飘满了，那你不看我了吗？初定，你就挂后台。初定，可是你今天一句话都没说，你就说了这一句话，还什么好感度也飘满了？你不是说每次进来先聊天吗？聊天以后好感度满了之后你才不说话呢吗？可你今天一直都没理我，我要把你淹了，拿这个剪子。
那你不说话，谁不说话我就把它剪了。看没，你们都看撸啊撸呢。不是送别，那是什么歌？二泉映月。给你烟烟，谁要欺负我，惹我不高兴，我就给你烟掉。我比潘金莲还狠。欢迎自行车现场直播，就是那个网套，好像是套头的，就是汉服的那个。咖喱，学会了，以后我也这么说。我要把你的小铃铛割掉出定。对，有人教我的小铃铛，我以后要把你们的小铃铛割掉。谢谢棒球的关注，提起意义的棒球，可以吗？你们同意吗？我把你们的小铃铛割掉，让你们跟我家的团团作伴。团团现在已经成了太监了，不能做男人了。哎，男的如果真的就是，哎，男的是结扎还是绝育？那叫做。他也是要把那个割掉吗？我在想的是，就是女的叫绝育，不是女的叫什么来着？女的叫结扎什么东西？这男的怎么弄啊？男的是跟狗子一样吗？割掉吗？反正用不到，有点突然想到这个比较好奇了啊！不是在套环？哦哦，对对对，我知道是啥意思了。切断是哦哦哦哦哦，那如果他要是真的在想用的话怎么办啊？那岂不是就用不了了吗？那不就对，就我一直知道女的好像是套一个那个东西，男的话那不就用不了了？如果就是被切断了的话，那不是坏掉了吗？可开小差。女性更多金属哦，我就知道女的有，但是男的我还真不了解。这系上那不勒坏的，那不就勒死了吗？就跟那个手指头一样，你一直勒的不就坏死了吗？确实用不到。艾尔，你说你的用不到，再接上呗。我靠，都坏死了还接上，系鞋带。我靠。又在开车，对不起，是我的错。对不起，不过我真的不知道，就好奇，就跟我每就我一直都就在想，就是男生骑自行车的时候他会不会卡裆？就我老这么想，就我只是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我们女孩子的疑惑，真的就跟你们男孩子向女生有疑惑一样，就我们女孩子对男生的疑惑。我之前被人忽悠过，说换氮气，我原来不知道换氮气这一说，然后我真的就信了呢，是会摸。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男孩子这方面吗？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嘛，那会儿坐的那种大八杠的，就那个大杠子的那种喷式的那种摩的车，然后他那个摩的，我个子低呀、啊，个子低，我往起一抬腿，哦，原来这样的，我长知识。然后我一抬腿，我一下就我下面撞到那个杠子上了，老疼了，疼了一个星期，都好像感觉都清掉了那种。我就在想男生。但是没有换氮气这一说，没有。我之前被骗了，现在我已经变聪明了，这个没有。但是艾尔，你说的这句话让我知道了。我有过男朋友，我有过一个男朋友，我又不跟他睡觉呀。我跟你说，我当初我去他家的时候，我跟他躺一张床上，我都是穿秋衣秋裤的，真的什么都没有。我靠，你看我懂的我就跟你们直说了，可是我不懂的我就会去询问，对吧？就是我懂的我一定会很诚实的就回答，可是我不懂的我就是不知道，我就是只有一个呀。
2018年到2019年呀，2018年到2019年谈的呀，我工作了2年谈的呀，就我在健身的房。然后我们认识的，然后我们就老在就那个北大校区里面健身，他晚上就把我送回我单位，因为我骑自行车的话，到那个健身房北大的话就是15到20分钟吧，快了的话就15分钟。你们怎么不信？而且你们不看一看，我天天在那儿直播，我搁哪儿谈恋爱去？我天天在那儿直播，我跟谁谈恋爱去呢？那我主播哪有空谈恋爱呢？天天忙得跟狗子似的，不是忙完直播就忙的别的，忙那个忙那个的。我要是有男朋友的话，我还搁着我碰流氓呢，我都醉了，我男朋友得大逼都呼死他。我跟话筒谈恋爱啊，我对我跟话筒谈恋爱，孤寡男孩都，是。你们是我的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这啥一点的歌，这也太老了吧，真的天天的。我要是没事的话，我从早到晚，我早上锻炼完我晚上又在播，哪有空出去谈恋爱呢？一播到晚上了，早上又大早上起来播，我早上不播中午下午播吧，没有空，然后还得学习呢吧，哪有空。哦，这个歌这谁的创意啊，这歌写的有意思。巴巴诺夫他是诺夫洛里洛索夫，沙拉波娃叫波娃娃娃娃葫芦娃娃库尔尼克娃卢舍夫尼古拉布斯 Disco Russia Disco。 这谁点呢？这歌谁点这么牛？我现在不强求谈恋爱这东西，我跟我妈妈说的就是，妈妈，我现在不太想谈恋爱了，虽然也渴望吧，但是不想谈了。我说的，等我以后稳定了，你给我介绍一个，让你那些阿姨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就好了，就顺其自然。我妈跟我说让我顺其自然。就是谈恋爱现在已经不是我的要的东西了。不，真的，就是你们没有发现吗？其实人越长大越孤单，真的。就算你有好多的朋友，当你一旦忙停下来脚步不忙的时候，你就会有浅浅的寂寥感。对，就是寂寥感。你就是我认为两个人的话，谈恋爱的话一定是要有分享欲的。你比如啊，我跟你在讲这个东西，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分享这件事情，对吧？而且但是有的人他就会觉得，哎，你为什么就谈恋爱，就比如说你为什么这么就开始给我讲大道理啊，就比如我说我怎么怎么地，他会讲大道理，然后就是说你不能这样，你要想得开一点，然后就开始说了，你怎么这个人这么不堪一击呢？其实根本没有不堪一击，我为什么不去找别人说呢？对吧？我为什么会去找你说？肯定因为你是我男朋友，啊，你是跟我长期往下发展要走得很远的人，我才跟你说，对吧？跟别人肯定不说吧。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孤单，能活到这个年龄，能活到70到80，说明我们这个人都是肯吃苦的。都是心态很强的，我们并没有自私，但是人本来就是不可能一朝一夕天天都特别开心嘛，对吧？是吧？总会有那种脆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的就是对方、朋友、家人了，是吧？就是这样的。但有的人会觉得，你怎么天天就这样负面呀？怎么怎么样的？谁天天给你负面了？就跟你唠唠家常，你说你还嫌弃我，那我宁可不谈，或者是我在分享一件很喜悦的事情，对方没有回应，他只会分享他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人就很自私，我就不想再跟他分享了。就我有的时候就喜欢给他分享可开心的东西，但他每次都是好像没听见似的略过去了，然后开始说自己的东西，那我宁可不谈，我谈个毛呀，我谈。
丹丹的人生像盘，身体的质量很好，牛奶咖啡。欢迎 out。 你说什么牛奶咖啡？牛奶咖啡的歌吗？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坚强的走着一路，那要不坚强早就寻 over 去了，对不对？那肯定啊，那肯定会有伤心，会有坎坷，有的时候坎坷比较小一点，慢慢就自我调节过去了，有的时候憋的时间久了需要去找一个人去抒发，再有的时候可能一件很大的事，比如这个人创业他失败了，但不代表这个人他脆弱，对不对？他只是需要一个时间让他东山再起，让他慢慢再调整。点个男人海洋，最少30%的人已经嘎了，早就嘎了。你们嘎了吗？你们已经 over 了吗？还是哪嘎了？还是下面嘎了呀？欢迎三将。我觉得所有人都很坚强的，真的很坚强的。就算这个人很唠叨，他也是坚强的，因为他能活下去就是坚强的。完了，我又开始叨叨了，又开始说大道理、大哲理，滔滔不绝。说什么人生脆弱？哎呀，喝杯水，继续唠，累了。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就我有的时候挺怕抒发，我为什么有成为大主播？因为我前段时间呢，我不是健身的时候冥想吗？那是我第一次冥想，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冥想有的时候它属于思维的一个指引，都能输出。对，我继续说啊，但是。他冥想的过程也是一个排除自己杂念以及心情不好的一个东西，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在指引的过程当中会想起一些陈年的旧事，对吧？然后我就有一次，就是我健完身以后，我就有一点点，因为第一次做就有点控制不住我的情绪，我就稍微有一点点就絮叨了两句，然后就被一个粉丝把我骂了，就说话特别不好听。他说你拥有这么多你还不知足吗？我压根儿就他就已经上升到对我的人品开始质疑了，就各种攻击。从那之后我就以后啥也不说了，我什么都不说，我就不高兴我也不说了。我好家伙，我就是想要说，有时候做这个东西会排泄一些不开心的东西，然后会回忆一些。我还没说完他就开始说，你拥有这么多了，我比你苦多了，我从小经历的事儿特别的那啥，你有经历过那些吗？就开始说，难不成我把我以前经历的事儿都给扒拉出来吗？扒拉出来吗？哎呦我的天哪，就开始说。我觉得我这个人是很好去聊天的，就算这个人骂我，我也能跟他好好往下说，但实在说不清，就是最怕的就是说不清，就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说不清就很麻烦。一次一节课，你应该是最优秀的。我不是最优秀的人，我可以做你眼中就是那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那种，算你心中优秀的人。你对我评价很高呀，贝尔。只要人只要活着就应该知足。以前我特别容易进入冥想状态，我现在冥想的话就不会有那种了。我现在冥想的话就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出言的是，反正心里都有印象。我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伤心的，不可能人这一辈子没有一点点伤心的事，那这个人绝对成长不起来。真的，我真的这么觉得。就算他不被这个伤，他也会经历那个伤。也许他不是这个伤，也许他家里很富裕，但他父母对他的关爱不够，这也是他心里面的一点点小难过，对不对？啊，也许就这个人，我擦，你把我的话打断了，我靠！我靠，声音低点。牛啊，这咋了？这讲到你心里去了吗？谢谢我的大腿，谢谢谢谢新群的舰长。我没有不开心的，我在唠嗑呢。我没有，我挺开心的。无论是开心
那咱们聊聊别的吧，聊聊色色的事情。老板糊涂呀，哎，这叫啥？这叫用真情换来真情，你知道吧？这才叫那什么呢？人格魅力，你要除了长得好看，哦，对，我跟你们讲啊，就我那天前天不是碰到流氓了吗？那个谁走了吗？碰到流氓了之后，我不是后来就打车去完警局以后就打车回来的。然后那个司机因为天太黑了，他看不清楚我，他就说你怎么会碰到流氓的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可能我长得太好看了吧。他说你怎么老说你长得好看，我说人自信一点嘛，本来就是长得挺好看，浓眉大眼的呀。然后他转头，就是我快下车的时候，他转头看了我一眼，他说你长得不是那种超级漂亮的呀，但是你长得有点像那种新疆人。你说我长得像少数民族新疆的，就直播可能看不出来，我一直都这么说，就我本人的话就比较像少数民族嘛。嗯，我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是比较耐看，就有特色的那种。我说那个流氓怎么想的呀，他为什么会欺负你呀，他怎么会扒你衣服呀。跟老板成，谢谢行行，谢谢，欢迎嗯哼，欢迎嗯哼，开心。我去套个安全裤应该。其实我五官挺好看的，没有整容长成这样挺好看了。就是我长得不是那种小清新的类型，我应该长得是那种小女人的类型。小女人的那个类型。OK， 我再站起来看一看。我怕我站走光。我没穿安全裤啊，我稍微动作小一点。没有，他被拘留了。他被拘留了，我那天回来是哭着回来的，那司机都吓着了。谢谢。舰长，有人上船站起来扭扭屁股，臭显摆一下。我觉得我长得挺好看的，长得很有特点，一眼望去绝对能记住。就是你跟我匆匆一眼，你都能认出来我。就你，比如我今天坐了，你是个公交车司机，我坐了你的车，然后下一次。你再见到我，你一定记得我，我是这种长相，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人，跟我的音色一样，唱歌不是超好听，但是音色很有特点，有鼻音吗？莫非活珠子是个谁？防身术，这不管用，我买了个电棒和那个辣椒水。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遇到流氓了，我那段时间都不敢出门，我今天一天都没出门，昨天有人敲门的时候我都吓得不行，就是他把我上衣都脱掉了，然后我的内衣嘎了一半吧，差不多，幸亏有人帮我，有人帮，不是北京好乱，我因为怎么说呢，我当初在公交车被摸屁股的时候，他不是光拍你屁股，他是掏我下体那样掏的，从就这样掏的，然后骑电动车跑了。当时旁边还有一个女孩，就两个女孩，很因为下大暴雨呢嘛，我在那躲雨，我没法走，我拿了把雨伞，他还漏水呢，漏雨呢，那底下那个水漫的，我当时以为那个男的他是也是躲雨呢，结果我一转头。对，他掏的报警了，那个人没有被抓住，那个人是没有被抓住，因为我当时是在那个村里面住着呢，他骑电动车之后又下的雨大，他进去那一段没有摄像头，报警了，我去做的笔录。其实我不想报警的，但是我朋友他们说你一定要报警，不管能不能抓住，因为万一是个惯犯呢，就下一次有其他女孩子再遇到相同的事情，你就有一个案底就好一点点，就我不是第一次了。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在我吃完饭以后晚上出来散步，然后有一个老头子
有一个老头子，那会儿还有疫情呢，就疫情差不多好一点吧，然后做核酸呢，我是从那面绕到那边，因为我去就是开了个大礼物啊，对，从那边绕了一圈，绕了一圈，那男的就一直在我旁边跟着，但我没有多想，等一会儿说，哎，美女，你一个人啊？那个，我能加你个微信吗？可以呀，嗯哼，开了一个好，这不是赚疯了啊？这个礼物是赚了100吗？我说到哪里了呀？啊，他就问我美女，你自己吗？然后你知道我跟他说了一句啥吗？我说叔叔，我刚成年。嗯，是个老头子，这次是个老头子，那次摸屁股的时候是一个年轻人，对，然后我这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被人把上衣给扒了，因为夏天嘛，夏天穿的稍微少一点点，就连衣裙嘛，但是上面是个吊带，就是把我上面就脱下来了，脱下来了就内衣嘎了一半吧，就这个样子。反正当时真的就是哭的可厉害呢，我当时就绝望了。当时把流氓鸟窝都，不是，我感觉我可能有一点点，不是说我长得好看，我觉得可能是我太瘦小了，就我有一点点就很好欺负的那种感觉。因为我除了这些明目张胆的流氓之外，我还有打工的时候，就上学那会儿，我不是讲过吗，我找一个工作我就遇到流氓，不是陪睡的，这一次的抓住了，上几次的没有抓住，不是要陪睡的，然后我就是遇到一个发传单的，就我说的那既然礼仪的工作不靠谱，有那种潜规则的话，那我就做一个发传单的嘛，我就找了一个发传单的，然后他在我校门口等我呢，我说他跟我说你那个我那个传单忘记拿了，你跟我一块去我的那个工作室去取，我可单纯了，我就跟他去取了，取了以后确实很大的，是两层楼的那种，一层就是机房，取名网名叫端端机房，二层就是有一张床，但是我没有想那么多，我不知道二层是床，然后他就让我跟他上去去取，我就跟他上去去取了，可单纯了，那会儿大学的时候进去以后，他说你先在那坐着等一下，坐那等一下吧，是他把东西取出来了，回头就把我按在那个床上压在那儿了，我好像在那讲那个双簧似的，我的裤衩都被脱下去了，我当时真的哭得可厉害，我就叫着叫的可厉害，他可能就被我吓着了吧，然后就停手了，然后他跟我说啊，对不起，他说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就这么说，你知道他跟我说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考虑，我先跑为，不是，我是长得涉世未深是真的，但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可聪明了呢，遇到流氓这个我没有办法，但我肯定不会在工作当中再遇到流氓了。干嘛呢？放狗！吓我一跳！我家狗子。没有，我那会儿从来没有报过警，就遇到好几次流氓，我都没有报过警。然后最后的时候，我就大学找了一个卖酸奶的超市里面，这个肯定不会遇到流氓的吧？一天挣80块钱。那就干这个了，哦，伤心，老多了。从小遇流氓，遇到大，不知道咋回事，好像就是属于那种劫难似的坎儿。真的就是那种劫难那种坎儿一样，就是你这一生好像这一集在打怪一样，你这一关没有打过，一直就在这么重复着。你再给我开车，我就把你头给你拧了，小木，那天天给我开车，破窗，什么叫破窗效应？其实我还真不太了解，我查一下。真的，就每年都会遇到个这么个事儿。去年遇到被人闹摸屁股的时候，那天一天都很倒霉。我跟我妈吵架了，然后我痛经，
对，我那天正在痛经，大姨妈来呢，然后拿了把雨伞，它不是下雨呢吗，下了大暴雨，那个雨伞还漏水，我都无语了。然后去修完电脑以后，那个电脑又被给我修坏了，我那电脑第一次都没有拆开过，第一次给我修就修坏了，什么零器件有问题，本来是换个屏，都服了。然后晚上回来躲雨呢，我说实在走不了。对，就跟那个好像我跟那个讲故事一样，其实这些都是真事儿，真的真事儿。其实当时那个人摸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妈妈出来接我了，然后拍了一下我屁股，我没有想那么多。然后我一转头看那男，他骑着电动车跑了嘛。尺寸，哎呀，滚犊子！说尺寸太，那你不要老把人想的那么龌龊好吗？性这个东西不是唯一的标准，你别老想那么多。虽然性是就是男生跟女生就是结婚以后也算是一种维系的条件吧，爱也是一种维系条件，但它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要非要看大小。我也不知道看不看大小，可能大一点会好一点吧。你们也不要觉得我年龄大了我就一定要经历特别的多，真的，你看我每天在那直播，我都不谈恋爱，没有空谈恋爱。然后我刚来 B 站的时候确实很单纯，因为那会儿什么都不懂啊，像这种弹幕开车很多东西我都不懂，就比如你现在跟我说的东西我就不懂，然后我明天后天我就懂了，就一点一点学的，但我学了不代表我啥都会。流氓还有联盟的，来一字马，我给你把我腿卸下来吧，我给你把我腿腿卸下来吧。但是我现在确实是放得开一些了。刚开始那会儿，我记得一有人开车，然后就禁言他；一有人开车就禁言他。哎，但是艾尔，你今天说的那个铃铛在自行车上有两个凹陷，我是真的第一次知道，原来是这么设计的。我说那个东西为什么要长那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反正我倒是有联想到，哦，说，哦，是这个样子。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好吧。B 站经常有人给我发黄色的裸体呢。就前一秒跟我聊天，前两天聊的可好呢，喝多的酒以后。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别人带我开的，不是我带别人开的。你认识我的时候是我正开始已经慢慢上道了，你知道吗？那我慢慢就上道了。主体，那我就想象不到了。那妈呀，我真的很单纯呢，你看我有啥说啥，我懂就是懂，我不懂就是不懂。我色也可以很单纯呀，那色就比如你一个男人，你这个男人就有的男孩子他根本就没有碰过女孩子，但他就是很色，他很喜欢看美女，看这种胸啊，大胸大屁股，看他牛，但他就是没有跟女孩子睡过觉，你能说这个男生不正经吗？那不能吧，对吧？你不能这么说呀。对呀，就是我色，我也不是随便就跟别人一直那么色，对不对？完了，我不跟你们聊了，你们我不说了，越解释越乱，我不理你们了。我报你身份证。不，我说话都是实事求是的，再说了你们听我的语速就能听出来，正常的人语速一旦放慢有思考的时间，那他一定在想，但是我基本说话语速都很快的，就是我急了你知道吧，我越急我越想解释，然后越解释越乱。你像交作业我一开始也不懂啊，也是我这边有一个结婚的，他让他去交作业我都不知道，所以他上交工资，我以为他发工资给他老婆，我说你真好呢，就对你老婆真好，我还这么说。
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交作业什么意思，还有子孙万代，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那时候说，他说我让我的子孙万代 一起来找你，然后我说好呀，你可以呀，你让你的子孙万代以后一起来看我直播，让就你就什么你的孙子呀，曾孙子呀，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然后后来是别人跟我私聊说的，说人家子孙万代是指的男生的那个。也不看美女，大家都是、对呀、对呀，那个很多东西不懂都是学的，不是说我一下就懂的。我数不清了。还有我健身这种东西就有点像擦边，是不是？但是我真的没有刻意去擦边，就是我的第一标准就像第一志愿一样，第一志愿我是希望它可以对我的身材好。第二就是什么？第二就是如果能在我身材好的基础上吸引到别人，为我涨一些粉丝，再通过我唱歌转化为我的长期粉丝，也不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我没有刻意的去擦，明白吗？怎么解释不清楚了都？脚麻了，团团妈妈的脚麻，你赶快替我解释解释，团团。跟他们解释，妈妈是妈妈，每天都在你身边，没有时间去搞男人。谢谢明天的花花，真的。还有之前有人说冲我，我都不知道冲是什么意思，我以为冲就是打 call 的意思。我的扣子记不住，我不解释了。你们就是欺负我，我没有，我没有。我要哭了，我哎呀，真的是，我哭了。哎呀，你们怎么就不信啊？我要当时让人哭啊！不好意思，我不适合当演员，我从越哭越想笑呢。我使劲挤挤，去打个哈欠。没有，那是吸气的时候，吸气的时候有一声。狗过来，他可能听到我哭了，以为我咋了。阿火，来，阿火，来，给你们看那条狗，你别使劲抓，来，你痛啊，你过来。谢谢鲨鱼的爱的魔力，阿火来，啊，去掉它，等会儿，我把歌，谢谢鲨鱼啊。他俩玩去了，胖虎啊，你要过来抱抱吗？来，哎呀，他们俩都在扒我，来，胖虎，胖虎，你不过来，你过不过来？你不要那么精明，来，来不来？气死我了，不来了，来干啥？不来拉倒，滚犊子。谢谢鲨鱼。我都要哭了，我家那个狗子不中招，它每次我一摸它，它就往后跑。哎，我看到你给我发私信了是吧？你看一下。
哎，那个鸡为什么跑那边了？那个浏览器什么时候碰的？不是被固定了，怎么会跑到那边？笑死了！我信你个鬼！我唱个什么歌呀？明天下午1点我要调声卡，也不知道他调的怎么样。欢迎奋迅如虎，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爱他就吃掉他，你说是狗吗？还是我吃掉你啊？我想练个歌，我倒是想练个歌，吴家坡的这个歌，女版的这个歌好像啊，就那个和风好重呀，你听它后面那个点儿，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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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乐器来着？那个是有点像那个最近跳的那个舞叫啥了，忘了叫什么来了，极乐净土，对对对对，就后面的那个乐器。欢迎二狗子，欢迎呆呆，欢迎小学生。哦对，高考放假了，你说小学生高考放假，我试试，之前练过，很久没练了，练过也能是。不过今儿个就是这个嗓子很明显能听出来，就是哑哑的。嗯，呛呛呛呛呛彩，白老照坠玉盖前，丹打平归定两元，我父王举着一品官，先凭去爱赴会前言，相扶堂几张三，恨把两骨肉情离散，不嫌金银堆如山，只嫌鸳鸯夫妻常伴，米八斗柴十担，到后来你披挂多芙蓉要还，终君辞别我心惊又胆战，要进了崖关还要度日间，啊啊啊，我的佛雪狼，可知我守在寒窑，可知我寸步心受我往事宝船整整18年呐，我的佛雪狼，可知你书信难传，可知我许人落山，十之年心来不甘，只把二父盼18载16鬓斑，唱真难听这歌。你好听啊，我觉得都是问题，这歌不熟啊，得练。米八斗柴十担，到后来你披挂多芙蓉要还，终君辞别我心惊又胆战，要进了崖关还要度日间，啊啊啊，我的整整18年呐，我的佛雪狼，可知你书信难传，可知我雪人落山，十之年心来
为声音很低啊，我没有放下去，很尖。不思当年才露尖，然后后面的那个气息撑不住，这歌得练，太难听了，唱的完整度，但这个歌很好听，但是如果跟完整性的话，这个歌不行的。不过我还是，就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对自己比较，我的话我会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但是你们听的话就对我放松一点哈。你们听的话就对我稍微温柔一点，就不能太苛刻了。我是自己对自己严格一点，这个歌不对呀，你是那个歌没点上吧你 ？Blue Moon。Blue Moon， 谁唱的呀？水树，奶奶，但是你夸你第一次听啊，那这个歌得练，这个歌挺难唱的，但是很好听，就是声音太尖了唱的。因为不熟，我就顾不着那种技巧什么的，就会唱的比较愣。这个歌好听，刚才好像就点了个水树奶奶的歌。行吧，这首歌听完咱们就锻炼吧，好吧？我的话就直接套一条裤子了，健身上衣我就穿这个衣服了，我不想换了。要换一个也无所谓，就不唱了，我就用手机切手机，咱们就播健身了，我也就不剧烈运动，我就把那个臀和那个胳膊的锻炼完，做个冥想就下播了。男生我还在坚持吧，我才看到了。我今天因为有官方的15分钟转播，你们发私信我有的时候可能回复不太及时，不敢看了。不是吧？我今天这么迷人吗？说的我自恋了都要。我这两天关注了几个唱歌的 UP 主，学习一下人家怎么投稿的，然后我就觉得最随意的状态或者是偶尔来一次那个精致的就挺好的。什么？就是我左边看到没？这样哈，是我每一个星期的安排，差不多安排吧。你像我6月5到6月11，我就会古风化妆直播。然后我明天的话，我就不化妆了哈。明天的话我因为最近连着化，我不想老化妆，嫌烦，我就素颜播了，就素颜在那坐着唱歌。你别嫌我丑哈。今天是最后一天，11号。妈，眼镜好脏呀，一取下来全是雾的，手印的。手机不知道充好电了吗？哎呦，团团，身上怎么了？沾了个啥？
像那个什么毛啊。哎呀，抱抱宝贝儿，抱抱我们宝贝儿，你看亲不亲我？好好跟我，一看就可亲我，亲成我养大的。虽然我有的时候凶你是不是，但还是跟我可亲呢。嗯，我还是臭的，但我也喜欢闻，就是浑身臭味，没给他洗澡吗？臭的狗臭味，那闻的可香了。我就喜欢闻的臭味，可能我有毛病吧，不喜欢闻的香味。我就那个，我一会儿看我那个手机，我去取一下。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我就这边唱歌，唱歌暂时就关了，我不下播，我换一个分区，然后换手机播。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哎呀，好想去上厕所呀。我想能看到我手上墨水吗？墨水早上弄那个打印机。用手机播 OK。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我们两者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我这边就先关啊，你们会看到一个缓冲，但是我没有下播，就是暂时离线的状态。我用手机开播。可以了吧，更新完了就可以了吧。我这边灯还没换光呢，不好意思。还他没有，为什么更新完了画质这么低呀？笑死我了！等一会儿我开个灯，我刚把那边直播的灯关。我这个屋子现在跟鬼屋，这鬼屋刚才不是播古风的吗？鬼屋是灯一关，你看一下这边。怎么没有那个什么呀？我得穿个裤子，要不太丑了，要不然太走光了。嗯，你看，它要补光灯的话，身上就会显得白一点。你看，没有补光灯，用手机播，它就会显得黑一黑。我弄一下，我现在换分区了吧，不再唱见了吧，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我的妈呀，我去取一下那个什么，我去套个裤子。那就 OK 了，那可以了，套一条裤子。哎呀，你怎么把卫生纸撕了一床啊，胖虎！给你个大逼斗。
把这个屁股练了，要不然的话我感觉好像缺点什么。我这样没有光就好黑呀，真的还能看到我的腋毛哎。那这个衣服其实挺好看的，就是有点那个，但是也能看到我手上的墨水，看看到没，弄了一手竟然死活洗不下去，用的那个，怎么觉得今天 B 站直播更新完以后好像有问题啊，为什么这么怪呢，画面就很怪，这颜色好像错过了，错过啥呀？谢谢棒棒糖，谢谢。肯定穿裤子，穿裤衩子怎么练呢？那不是那成黄色直播了？你那怎么一样？今儿怎么感觉 B 站更新完好像是我手机有问题，还是咋个问题？画面有问题，好像不清楚的那个感觉。等一会儿，我拿一下东西。谢谢棒棒糖，穿裤子。你们看着不怪哈，我看着你们有点怪。太见外了，咱们今天快一点锻炼吧，不跟你们再聊天了，要不然太晚了。我还是换一个上衣吧，穿这个锻炼可以吗？我就穿我唱歌时候的衣服可以吗？还是换一个，这样的话就看不见我的屁股了。我的裤衩子你看看，你们就看不到我的裤衩子了，看不到我的裤衩子了，裤衩子这怎么弄啊，擦一擦镜头，显腿长，哦行吧，好，黑呀、啊，真的，我开个美白呀、啊，这不行啊，我这没滤镜啊，没有特效，显得我好，怎么还是这么黑呀、啊？算了，就这样吧，就这么看着锻炼吧，我也摸着，不知道咋的，更新完以后好像显得我特别黑。你俩干啥呢？抽风呢，你们觉得黑吗？总感觉很怪，你看我身上多黑，我脸上不是化妆了吗？刚才，那我看我手上那些黑的，黑的不行。星星开，你给我，你这个名字突然发到我微信上，我觉得有点怪。星星开了，嗯。但是猪肉茶还挺贵的呢，我跟你们说。我今天画质很有问题，我跟你们说。就是我已经开到最高清晰度了，好像 B 站更新完就这个驴样子了，不知道是不是我重启一下会好一点。就是总感觉好像擦了一层什么加那种墨水的滤镜，
就是脸身子旁边好像那种蓝边儿一样。直接开启屁屁训练。你们俩疯了，那个啥。这平板快没电了。我不锻炼剧烈的，我只锻炼臀。我最后会做冥想的，我最后做冥想，我只锻炼两项，不做那种跳跃的，只做塑形的。半夜锻炼。完成一个东西似的，没事，咱们能好看。这暧昧的灯光，暧昧的灯光，放个音乐。你喜欢瑜伽？你正好赶上我瑜伽了。我现在锻炼的不是瑜伽，最后会锻炼瑜伽，最后会锻炼一个瑜伽冥想。我不跑步，我不直播跑步的，跑步那个什么不好，因为我太瘦了，我跑步的话会让我更瘦，我只做塑形的，这歌好暧昧，你正好赶上我健身，因为我刚唱完歌，但是可以早一点，你说的对。我的腿已经跟这个垫子融为一体了。我一会儿还得卸妆。我这两天晒得可黑了，就是我也不抹防晒的那个脚上、胳膊上了，然后我的那个脚穿那个凉鞋，脚丫子被晒得一道纹。怎么自动暂停了？你这睡前不能做剧烈的，咱们现在做的是不是暴汗的运动就还好，然后最后的时候去做一个睡前的冥想，那个就 OK 了。
疯了。晚安呀，明天。哦，在练臀，在练臀。我平常是白天锻炼的，但是我今天有事儿，知道吧？然后刚才刚播完唱歌，所以现在趁这个之余，把这个关键的地方练了。你们俩打的太龇牙咧嘴，笑死我了，我就跟看戏似的。你们能看到他们俩打架？
他电视在追了，他渴。你给我发消息，我一会儿回你啊，行不行？太难面对未来的生活，我
好火，不要撩被子在那边。过你了，开始已经，你的手开始过你了。我决定了，我只做完臀的，我就开始做冥想。明天早上再做那些，要不然的话怕太剧烈了，先把这个屁股先练了再说。那我要锻炼，胖虎，快点别让我，我要早点下。瘦了，我只做塑形跟瑜伽。我不跑步啊，我打羽毛球。我今天晚上就做这个，我不能再做太多了，我感觉我开始出汗，要不然的话，怕晚上出汗太多不好。主要是啥？我今天白天没有锻炼那些。就是宁可锻炼一项的内容，也不能不锻炼，要么总觉得就跟今天没刷牙似的。稍微简单一点，但是它的作用力很大，还有倒着
去卷腹的那种，这样，这样，这都是我每天练的。因为它卷的时候可以卷到你上腹和下腹都能卷到，而且你试一下会很累的啊，会很累的。有毅力，我现在妆都还没有卸呢，因为我刚才在直播唱歌，看我的手身上的颜色跟脸都不是一个色儿，我一会儿得洗脸。就我站起来你们就能看到，看这样，我拿这个，我买点炸鸡，看我站起来就能看出来。我买点什么炸鸡给你吃，都没了。哦呦，不是我什么都吃，我不会挑的。肉、炸鸡，我什么都吃，我不挑。我是那种光吃不长肉的，所以我锻炼都是以塑形和那个健美为主，还有形体气质为主，就不会专门就是一味的追求去减肥。我没有，我觉得太瘦了不好看，我就是太瘦了。所以我就努力在练我的形体，我应该算是瘦人当中比较前凸后翘的啊，就目前来讲，因为我才八十六斤嘛，现在我之前的话是78斤，现在会胖了一些，但最近又有点瘦了，就胖最胖的时候在89斤。我觉得胖一点好看，胖一点的话摸上去就是有那种肉感呀什么的，你太瘦了的话就干巴巴的，我是不喜欢瘦。我是从那个12岁的时候得了胃病，就慢性浅表性胃窦炎之后，我就一下就瘦了，就怎么都胖不了，可能就是吸收的原因吧。然后你们俩轻一点打架啊。然后我妈妈她本身也瘦，可能这个是遗传的原因。我哪里人？我是山西，老家是山西大同的。然后我现在在北京呢，在北京嘿，你是哪的？我看看你是哪的，你叫 Fornaki 吗？这么你怎么念啊？不会念啊？那你是台湾的，我看到了，嘿嘿，我是一般其实早上锻炼的，但是我今天早上没锻炼，就是晚上得锻炼，要不然总觉得缺点啥。哎呀，你们俩打的闹的，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是玩的高兴的，咋了？你要把它咬死呀？你们咬的，来过来抱抱，给你们看我家狗，来，来抱抱，这是我家的胖虎，谢谢。你也住北京啊？那你是台湾人吗？在北京工作，还说你在北京跑去台湾？谢谢我鲨鱼的礼物。看我的两只爱犬，波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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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庄，什么？不是，哦，我怎么看成扇子？这字太小了，离得太远了。那是哪呀？我还真没听过哎，你说的这个地儿。露露狗呀，露露狗，露露你的小尾巴，我露露狗呀，露露狗，露露你的那个头，狗呀狗，狗呀狗，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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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上嘴咬我，你就不对啊！我跟你说，我得把衣服弄。你们俩太重，太使劲了啊！不跟你们玩了，哎呀妈！哎呀，咬，冲你！咬我，你再咬我一下，打，咬，冲你！跟你玩你就玩，你别。上嘴，你也是啊！你们俩狗咬狗一嘴毛，我身上又没毛，你一咬我就咬着我皮了，你知道吗？疼得慌呢！你怎么又发情？完了，我家狗又发情了，我是服了。这只要绝育的一直都没绝，我本来我妈没有过来呢，然后他们最近不是二阳了吗？他没过来，我自己去领他绝育，我有点不太敢，就心疼，你明白吗？小。到时候了，你是不是？来，我看看。噗噗噗噗，噗噗噗，哈哈哈！你看，他又开始咬他，他
他不让摸呢，我两条都是公的，那条已经绝育了。这个可，他现在8个多月了，就到了发情的时候了。就虽然没有这个厉害，这个就这个黑色的发情特别厉害，可能也因为季节的原因，就春天了吧。整个就是那种发情，看着男的都上的那种，就是怼怼怼怼，但不怼人，就怼就是怼那个什么，就是自己站在那儿怼，自己怼。胖虎啊，团团，这个叫胖虎，就这个柴犬，这个吉娃娃叫团团。我妈妈说这个黑的长得像黑背。通州啊，我就在通州啊，我也养过狗啊，我也在通州，不过我这两个狗是在东北买的，就东北邮过来的，邮过来，不是邮过来的，是东北那边给车弄过来的。开车货运，拖狗的运过来的，邮过来的是什么鬼？笑什么？哎呦，我真的是要问自己笑死了。最后做个那个啥冥想就行，明天再做一整套的。就，我说话太好玩了，就我自己有时候都把自己逗到了。什么都不干的一个冥想啊，就是你睡前的话，如果你失眠的话就可以做这个。然后再等一下啊，我搜一下那个视频。就你躺在那儿，它是思维冥想，思维指引，20分钟。一般睡前不要太剧烈运动，你像我刚才我就感觉有点出汗，我就不敢再运动了，就把该做的一些做就行了。自然的弯曲，轻轻的闭上眼睛，然后尽量就是把灯换了，我把灯关一下，开这个灯，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尽量是处于一个暗暗的状态，可以看到我吗？可以吧？是不是有点有一点点太黑了？对，睡前要平静，有点太黑了，怎么手机是歪的？手机怎么是歪的？会不会识别我睡着了呀？一会儿这个地儿，然后警告我。如果警告我的话，我开个声音，鲨鱼，你给我打个语音，或者是那什么，你们失眠了，我靠，过来和我一起做冥想，给我打个语音。如果我被警告了的话啊，我是怕他识别我在睡觉呢，你们知道吧？他能识别我在睡觉就完犊子。主播直播睡觉，你们俩演的有点好玩的。Hello， 我是大猫。今天是一期具有幽默。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在空中呢。一天里，我先不回弹幕了。都可以打开。我的果胸又掉，会让你重新精力充沛。果胸，但醒着就不是一个睡觉。就是我要闭眼睛了。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安静一点？呼吸的控制，可以看到吗？具体的想象，最主动的感受。我再求一点，看能不能看到位置。无论是疲倦、失眠，还是各种情绪，都能得到释放，从而获得深度的放松。这个就是睡前冥想，20分钟，我不回弹幕哈，我也不说话。如果我被提示了的话，有我微信的，给我弹个语音哈。给我弹个语音啊。如果你对冥想这个主题感兴趣，也请不要忘记给我一点点点支持。本期点赞过3万，我会继续努力制作像是缓解焦虑、激发灵感、控制情绪等等全系列的冥想练习。在今天的课件开始前，请先给自己打个分吧。1到10分，从最疲劳到满分状态，你现在是几分呢？放在弹幕中。在这个跟练结束时，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看看效果。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团团放火，拉上或是戴上眼罩，安静，会有很好的效果。让我们舒服的靠在沙发上，或是躺在床上。在今天的冥想开始前，先让我们调整到一个最放松的姿势，双脚脚趾向外。脖根相对，双腿和双臂
都微微张开，手掌向上，手指自然的弯曲，轻轻的闭上眼睛，去感受一下我们的颈部是否是放松的。如果感到不太舒服，可以在下面垫一个枕头。很好，现在我们已经调整好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再通过几个自然的深呼吸，准备好我们的精神。吸气，再在你舒服的节奏里呼气，去感受你周围的环境，感受那些细细碎碎的声音，继续让意识不断的向远延伸，穿过墙壁，穿过马路，去到森林里的树屋，去到沙漠里的绿洲，去到大海里的孤岛，去到你所能想象最遥远的地方。继续吸气，呼气，很好，让我们将意识慢慢的拉回来，回到你所在的空间，回到你的身体，并去感受你的身体，然后对自己说，我将保持清醒，我不会睡着。接着让我们问一问自己，此刻最想下定决心开始做什么事儿呢？这件事可以非常简单，像是打扫下桌面，复习或是准备一下工作或是学习所需要的材料，去向重要的人传达你的关心等等。试着想一下吧，然后用最简单积极的语言自然地说出来。再用意识感觉和强调的方式去下定决心，然后说三遍，这个你在练习中下定决心的事儿，一会儿就会在你的生活中实现。在舒服的节奏下，继续保持深呼吸，吸气，呼气。现在让你的意识跟随我的声音，慢慢的感受它的转移。让我们快速地扫过我们的身体，但在这个过程中不用过多的停留。先让意识从右手的拇指滑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手掌、手背、手腕、小臂、肘部、上臂、肩部、腋窝、腰部、臀部、右边大腿、膝盖、小腿肌肉、脚踝、脚跟、脚底、脚面、右脚的大脚趾、二脚趾、三脚趾、四脚趾、小脚趾。很好，然后将意识带到我们左手的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手掌、手背、手腕、小臂、肘部、上臂、肩部、腋窝、腰部、臀部、
左大腿、膝盖、小腿肌肉、脚踝、脚跟、脚底、脚面、左脚大脚趾、二脚趾、三脚趾、四脚趾、小脚趾。很好，但是不要睡着了，继续保持思绪是清醒的。现在我们继续把意识带到自己的身体后面，去感受我们的后脑勺，然后继续向下到我们的右肩、左肩、右肩胛骨、左肩胛骨、右臀部、左臀部、脊柱、整个背部。很好，再将意识带到我们的正面，从头顶到前额、右眉毛、左眉毛、眉毛中心、右眼睑、左眼睑、右眼球、左眼球、整个眼部、右耳、左耳、右脸颊、左脸颊、鼻子、鼻尖、右鼻孔、左鼻孔、上唇、下唇、下巴、下颌、喉咙、右锁骨、左锁骨、右胸部、左胸部、胸部中间、肚脐、腹部、下腹。现在再把意识来到我们的整条右腿、整条左腿，两条腿一起，整个右臂、整个左臂、两条手臂一起，整个头部、整个上半身，最后整个身体一起。继续吸气、呼气，接着我们会着重感受你的呼吸，感受空气在肺部的流动，慢慢的、自然的吸气、呼气。很好，现在将意识集中在你肚脐的位置，感受你肚脐的运动。你的肚脐每一次都在轻微的上升和下降。吸气，像气球一样膨胀。呼气，收缩。吸气，呼气。很好，现在让我们开始数呼吸，从27开始数到1。27，肚脐上升，肚脐下降。26，肚脐上升，肚脐下降。25，肚脐上升，肚脐下降。很好，现在自己继续默念肚脐上升、肚脐下降。24，肚脐上升、肚脐下降。23，
22:22。21。20。现在想象你正漂浮在天花板上，你可以看见你的身体躺在下面，在练习瑜伽冥想，而你看着现在你的身体慢慢地站了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了门前，悄悄地打开门走出去。真的是我们在进他直播间看你们说啥呢，不过有人说我像鬼吧，可以打120吗？打120
可以呀，当然可以打120啊。等等等，我这个果胸怎么老是这锻炼的中途突然给我唤醒了啊，好烦呀。我你们有人数我的哈欠吗？我打了好多哈欠，我现在满脸的泪眼泪啊。嗯，好伤心啊。真是的。快点说，怎么没吃？我每次都不开电源，我好像傻蛋呢。那锻炼锻炼个毛？12点了，要么睡吧，就是这样。就这样吧。我很尴尬，哎，就差最后了，12点了，你们都不睡觉吗，兄弟们？小鱼儿什么小鱼儿？小鱼儿有话不讲，哎呀，真的是，哎，但是如果你们想要这个教程，我可以发到你们那个 B 站的私信哈，兄弟们，你们可以在自己在睡前再重听一下。哎，真的是尴尬的，我专门插上电源了，结果我忘了开那个就是电源线的按钮，就是老这个样子干，主要是总觉得就是卡一半可难受了呢。正蹑手蹑脚的，哎，往出爬呢，我正在想美好的东西呢，一下给我打断，就是那种意识打断法。你先把那收了吧，明儿早上见吧。明儿白天见吧，今儿就这样吧。正常应该白天锻炼的，今有点尴尬，今儿没练胳膊。今儿锻炼了个啥？锻炼了个筋膜。锻炼了一个筋膜，这个东西叫什么？叫筋膜。看我这边的花，我养的都这个蔫儿了，都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叶子是有点干，也给它浇水。这个是能量吗？这个是坏的吗？怎么不没反应呢？你看这个，哎，真的呀，哎，亮了，哎，看一遮住就亮了，太阳能的这个，但是它现在有灯，它就不亮，它就是有暗处的时候亮。刚才 F 开头的那个，哎，这样就能看清楚，就是后置摄像头会看得清楚一点，你们看吗？就是我应该算是兽人当中身材比较凹凸有致的了，看我侧面能看出来，不要说我盆骨前倾啊，盆骨前倾是这个样子的，正常的，就是锻炼还是有效果的，看。就是胸可以换个内衣，我现在穿的是裹胸，是吧？然后我是下半身长得较为丰满，你看我胳膊，我就胳膊很瘦，然后我就现在加强锻炼那个胳膊呢，让自己胳膊能壮起来，好像这拍的腿好短呀，但是真的，那腿好短呀，跟个小短腿似的，是吧？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就是瘦子中的梨形身材，就下半身较为胖一些，就这个地方，上半身干巴巴的，就我穿牛仔裤好看。但是我又不爱穿牛仔裤，因为我每次一穿牛仔裤就觉得老有人盯着俺的屁屁看。我家狗都睡着了，你们瞧一眼，看我家狗，看到了吗？佛，你这个字怎么念呀？弗朗纳是意大利语吗？那个怎么念呀？弗拉，
Flun Aki 怎么念呀？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念的不太对，还是英语？夫人阿车，在家睡觉，在家睡觉了，兄弟们。兄弟们该睡觉了，不早了，咱们打个招呼都休息呗，点个关注呗，咱们明儿就见了。今儿个是太那个啥了，好吗？那个明天见吧。真的好怪，我眼镜也是歪的，为什么朝这边歪？应该朝这，朝这边会好一点。还在吗？那个谁，那个男孩子。哦，你已经关注我了呀，谢谢关注。然后正常咱们是早上锻炼的哈，早上锻炼啊。我不建议晚上锻炼，晚上的话就锻炼一些简单的东西。晚上锻炼的话会睡不着的，会睡不着的。然后，我是那个。就是一般晚上是播唱歌的，就我刚才锻炼前我也一直在播唱歌，8:30开始播的，八点十来分的时候开始播的，播到了刚才几点呀？我看看，播到几点了？忘了，反正就是播了好几个小时吧。然后我们那个。我等一下，我要找一个那个怎么打开全民 K 歌呢？那头发也湿了。那个啥。哦，对，我是一个擅长唱国风民歌的主播。节目单是什么东西？对，我被排了节目单。哦，我说什么东西节目单？为什么我从这儿能看到呀？你手机里面看不到节目单。好奇怪，你们不会是瑜伽跟我一块睡着了吧？就你们已经睡着了啊？你们不会是已经睡着了吧 ？Hello， 一洛。该休息了，我回来了。我那个什么放一下，也不放了吧，就这么干口播吧。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我们直播的终点站下播站，请大家清空背包，点好关注，让我们明天再见啊！明天再见 ，see you 啦啦，拜拜。等一下。然后那个鲨鱼、小机灵鬼、看游戏神棍、诺夫斯基，陪你取文件，你离得八老远，取个毛子文献。若叫眼底无离 ，Alex Newbeck、萨摩耶、太傻、比利乔哥，取你这大腿子，取个文件，什么文件？耍流氓就耍流氓，还给你取个文件干啥呀？我又不是你秘书，还给你取个文件。你当我是傻子，还是当我单纯？我已经不会再被骗了。结婚证，结婚证可便宜了呢。我跟你说，结婚证几块钱就能买一个。你想要吗？我给你买一个，好吧？我给你买一个。好了，不聊了，太晚了，真不能了，太晚了，早点休息。今天这摄像头真的很奇怪，不知道哪里奇怪，就更新完就这个驴样子，不知道是哪有问题。
好像就是总感觉不知道是哪里是怎么个问题。你给我出车费，谢谢我正确的点赞。我给我出车费，我给你出车费，你给我出车费。明儿咱再聊这个车费的问题吧，今天就先睡觉吧，太晚了，别唠了啊，我真下了，把思念留到明天。我看一眼，好了，晚安了，我去溜蛋了，我去溜溜了，我瞧一眼这个东西。晚安，拜拜。看我的手上面的墨水儿，我这墨水儿洗不掉，也不知道能啥洗，因为酒精洗的半天洗不掉。晚安，晚安。